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永庆安澜2023德云社靳鹤兰、朱鹤松相声专场演出深圳站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欣赏相声《杂学唱》，表演者王潇怡、陈九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各位。哎，今天是靳鹤兰、朱鹤松两位师哥的相声专场，对，深圳站。我们哥俩呢来这儿演出也是特别的开心，激动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深圳。是，这城市特别的好，天华物宝，人杰地灵。呵，来了不能白来，送您各位呢一份薄礼，哦，几句问候，希望您各位呢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在今后的日子里边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千事顺心，万事如意。好，特别的开心。哎，好的祝愿呀，都是好朋友。嗯，大伙都喜欢听相声。对，但是呢中国有句老话，就是呢这送礼呢有来有回。哦，给您各位送去一份薄礼，希望您各位呢也回一份。各位呢，当然我呢千里迢迢来到深圳，不为别的，那你就希望各位喊我一声靓仔。哎呀哈，一点都不齐，三二一。我看你不像靓仔。那我像损仔。还靓仔呢？你你才损仔呢。黑仔啊。黑仔。衰仔。衰仔。哦，保安控制他啊。不玩笑啊。嗯，就是呢两位上来之后，大伙呢可能有熟悉的，有不认识的。对，做个小调查，有认识我的吗？没有。没有就不要喊出来了。还真奇，显得特别的根儿尬啊。还根儿尬。既然大伙儿不认识我呢，允许我做个自我了断。哎啊，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什么心态，刚上来就死这儿了？你是不是我要说一说呀？那叫自我介绍啊。自我介绍。嗯，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哎，我叫王潇怡。谢谢各位。哎呦，楼上的朋友，嗯，不要因为票钱便宜而不鼓掌。哈哈，嗯，你们也花钱了。楼上的，我叫王潇怡。楼下的朋友，不要因为他们人多你们而气馁。哦，掌声盖过他们，我叫王潇怡。哎，一个小学生，靓仔。虽仔还靓仔。我那选择性的我耳聪，知道吗？失聪啊。就是说呢，王潇怡三个字，嗯，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确实，哪三个字对不上不知道，着重介绍一下，说一说。王是哪个王呢？死亡的王。你让我死是吗？不是吗？没听说过。一点一横一竖钩那个不是？有姓那个的吗？没有啊。三横一竖。哦，王八。嗯，王子的王。他挑一长寿的。差点说对了。嗯，啊，王子的王。哦，萧是云霄的萧，怡是颐和园的怡。哎，这仨字啊。我的微博也叫王潇怡。嗯，我的抖音还叫王潇怡。哎呀，希望您记住我的名字王潇怡。哦，如果你们不鼓掌我就重复介绍，我叫王潇怡。嗯，一个自我传销。嗯，自我推广。哎呀，光说我不太合适。对，说一说旁边这位。啊，到我了。王潇怡的搭档。嗯，有朋友就问了，谁叫王潇怡？嗯，我叫王潇怡。王潇怡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做王潇怡。哎呀，传销成功。您先等一会儿，陈九品得拦您一下了。哎，您的搭档叫陈九品，抖音也叫陈九品，微博也叫陈九品，我叫陈九品。谢谢各位。哎，哎，自杀了啊！
赶紧自我了断去吧你。不是，刚才不是这种氛围啊。就我介绍的时候没有人喊好啊。确实。再来一回。嗯。我叫王潇怡。太棒了。你们都骑驴来的是吗？喊好，发自肺腑喊好。我记得我刚才听见喊好了。确实听见。我叫陈九品，谢谢各位。再让你听一回。哎，你花多少钱雇的啊？这是我雇的呀。真的，你们 very good。very good。啊，您这么一喊好，我明白啊。你明白什么了？花钱了吗？嗯。而且呢，有句老话。什么呀？一齐萝卜一齐菜。那是啊。谁的儿子谁不爱？你跑这儿给我认亲来了是吧？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哎，这您不吃亏，没错。大伙儿很喜欢相声，我们就很开心。哦，我们俩呢都是相声界的小学生，哎，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啊，这方面得练习。嗯，他就很不错，我还行。为什么您能得到大伙儿的赞许呀？大伙儿也是喜欢抬爱。您呢确实很优秀。我啊，他这为什么相声说得好？我介绍一下。嗯，他是北京人。对。北京人，咱们深圳的朋友不陌生啊。那陌生什么呀？不陌生。嗯，因为学过历史的都知道这个知识。历史翻开课本有他的照片。不是，那个是他爸爸。嗯，那是你爷爷。那是谁爸爸呀？北京人嘛。我们是北京人。你说那叫北京猿人。你们现在还穿树叶吗？哎，那以前也不穿呀。哦，以前他们裸奔。哎，你才裸奔呢。哦，你天天光着是吗？就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哎，受相声文化的熏陶，打小就听啊，所以呢就很优秀。是吗？啊，以说为主，以学当先。哎，说相声吗？说是最主要的。对，要求演员呢，你得久练久熟。嗯，没事得背绕口令，贯口，字字珠玑，甭管您坐在哪一个角落，每一字每一句送到您的耳朵里。嗯，凭的是什么？凭的是麦克风。嘿，真的说半天没有基本功的事儿。基本功得练呢。啊，不练哪行啊？那是必须啊，字字珠玑。嗯，口语如果不清楚的话，您听着特别难受。这不行了。吐字不清如钝刀杀人嘛，多大罪过。你看过去来说，杀人都讲究快刀。哦，这把刀抄起来，刀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豪，紫薇薇蓝哇哇，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吹毛断发。哟哟哟，就这么锋利。犯人跪在地上，内心忏悔啊。嗯，唉，想我陈九品。嗯，我在那儿跪着呢。我调戏寡妇。哎，我没听说过谁调戏我。我就是一个水宅呀。嗯，你啊，你确实，你这是自我介绍呢。刽子手不听那一套，手起刀落，唰，哎呀，脑袋当时掉在地上，叽里咕噜滚到那边，停住了，还说话呢。说什么呀？好快的刀！哎呀，早就该死了。这证明什么呀？嗯，证明不受痛苦。对，脑袋掉来，夸人刀快呢。啊，对了，嗯，他这还谢人家啊。嗯，谢谢谢谢谢谢。嗯，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好。哦，然后钝刀就完了。钝刀，刽子手打干这行，这刀就没磨过哟。抄起来一看，都飞齿了。都已经奔了，都是一个豁一个豁的。哦，跟锯似的。犯人跪在这儿。嗯，哎，忍住啊。哎哎，真锯呀。啊，那他拿的就是锯。嘎，他撅折的呀。这犯人得骂他八辈祖宗。对，犯人还得说好慢的刀啊。嗯，那没心情说话了。这不说了，没心情说了。哦，所以说说是头一位。对，得练习。二一个在那是学，学了。你看学的面呢比较广。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人言授语，学小买卖，吆喝，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这都归为学。是学，您掌握的怎么样啊？我也可以啊。可以吗？嗯，当着各位考考你。您随便来。您学的最厉害的是哪一项？最厉害的？对了，就你刚才说的啊。挑一个最拿手的。拿手的啊？那得说是学里边的最拿手。哪个？所有。所学所有都拿手。哎，你最好谦孙一点。什么叫谦孙一点啊？就是客气一点。你是不是想说谦逊呀？谦逊啊，谦孙。少说一走针儿啊。这少说，少说还能少说偏旁部首呢。就是您最拿手是哪一个？人言授语行吗？人言授语没问题呀。动物的叫声您得随便来。考考你。嗯，猫怎么叫？
哎呦，多简单呀！来只是小花猫啊，你看我的，嗯，喵，哦，嗯，你看这确实很骚，很好啊。你先等会儿，很好，说清楚了啊，很好，很好，哦哦，狗，狗啊，嗯，完了，保利有恶犬，没听说过，挺像我学的嘛。牛，牛啊，嗯，哎，这有意思，嗯，鸡，鸡就仨字，咯咯达。你听见他们嘲笑你了吗？多新鲜呢！你拿这公鸡来说吧，叫声高亢嘹亮，你能学学吗？啊啊啊！这行，很简单哦，那属于简单的口技哦，是咱国内的口技。国内、国外还有口技呢。国外，国外有个口技名叫 B-box。这我听过，有听过的。当时这歌多火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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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学了半天没学会。你们村是刚通网吗？嗯，什么意思？人那个滴滴滴滴那是狐狸叫啊，狐狸是 fox， fox 不是六吗？嘛六是 six， six 不是吹的吗？哒哒哒，吹的叫萨克斯。你不是说萨克斯是六吗？六是 six， 吹的是萨克斯，狐狸是 fox， 我要展示的是 b-box。 你再给你王八蛋气死吧，你看看 b-box 有听过的吗？哦，没有，那就好办了。什么叫好办？咱骗人啊！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B-box 用嘴呢模仿电音，还有节奏型。哦，里边呢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先来个20块钱的，您听一听。20块钱，20的啊。哦。你要20块就能满足啊？嗯。那不行啊。怎么样？那涨涨价。涨价。涨涨价。嗯。有人出价吗？2000的。2000块。哎呀，坐在头排就是有钱啊。那是。2000的、嗯，服务员看着他啊，保安啊，别让他跑了啊。对对，2000的。2000。哇，这是同时发出好几种声音了。人花钱了吗？哦，还有没有？10000了，大姐又1万了，2000不行，10000了。10000，3万，哎呀，3万，嗯。3万其实你可以包我，这模样3万就走了。我还说什么相声啊？对，我伺候您，知道吗？您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噗呲啪呲。对呀，那能睡着都怪了。3万的啊，还听个环绕声，让我听听还有没有富婆。哎呀，100万，我的天哪，这不是一张的吧？100万啊，没想到深圳的朋友这么有钱。100万。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嗨起来啊！1 2 3 go， 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得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到皮儿不吃，不到皮儿不吃，不到皮儿不到皮儿，鼓掌吧！谢谢啊！嗯。简单的展示一下，还挺好，学的一个小分类哦。在后边就是唱，唱了啊。我们相声本门的唱叫太平歌词，嗯，一个上句一个下句，两句来回倒换着唱，唱好了不容易，你得钻研它哦。这我下过功夫，你呀、啊，放眼整个相声界，太平歌词这一块我谁都不服哟，因为我啊在太平间待了6年，嗯，我学这 你多余回来，你知道吗？太平歌词在太平间待6年。对呀、啊，你应景儿啊！小学都毕业了，你干嘛去？我学那个感觉。哦，给您来两句怎么样，各位？好、啊，您听听有没有那感觉，那个味儿啊？我们听听太平间学出来的。那东走扶陵下兴川。哎呦，哎，
你有没有感觉到后背发凉？我唱完那姐姐干嘛？姐姐干嘛撒尿去啊？一句就唱尿了，吓尿了是吗？祝你成功。废话，这有不成功的吗？这不是这么唱的啊！你来点正经的，开个玩笑。嗯，东走涪陵下行船，鲁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关平接书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就写在了上边，上写着快鼓掌。嗯，老惦记要掌声，唱完了也是这个味道。嗯，简单的唱一唱，这是本门的唱。对，除去这个再唱别的都归为学。嗯，你看离着我们相声最近的叫竹板书。哦，打着快板击节儿歌啊，德云社啊，封箱开箱总会唱这么一段经典的曲目。哎，也有日子没封过没开过了这不是环境吗？哦，啊，叫拆西厢。对，拆西厢唱的是崔莺莺、张生还有红娘，哎，三个人的爱情故事。嗯啊，仨人呀。啊，你那戏也太乱了吧，人多不热闹吗？这别热闹，俩人就行了。俩人。嗯，张莺莺、崔莺莺还有张生。哎，张莺莺这二合一可不行。你这个崔莺莺、张生。哦退吧不是我的专场嗯，他喊什么？睡觉。嗯，你呀，啊，你把耳朵里边痰清一清啊。不是不是啊，没听说过。我听喊睡觉。崔莺莺、张生，嗯啊，这段唱的是纸短情长的感觉。我给您各位唱一段，啊，您各位帮个忙，打一个节奏。哦哦，哦。莺莺门坐，手儿托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那个不明的事，一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曾经年少那个爱追梦，一心只想那往前飞，给我一杯那个忘情水，换我一生就不伤悲呀妈的。哎，什么乱七八糟，您这是大西厢啊？这是啊，这段又叫崔莺莺偷喝忘情水。哎，没听说过，瞎唱，唱串了，瞎唱啊。嗯，这个还有很多地方有地方戏。嗯啊，很多深圳朋友呢可能经常听不到，咱们祖国的最北边东北，嗯，最火的就是二人转。对，再往南，到了华北一带，最火的、最盛行的得是评剧。评剧了，评剧唱词通俗易懂，哦，唱腔呢旋律特别优美。是，给您各位带身段，来段评剧。哦，带身段来啊！哎呦嚯，我们看看这身上。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来，二楼三楼，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我没想到深圳都是评剧的专家呀。我也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呀。嗯，何出此言呢？您这是评剧吗？问问大伙是不是评剧。全票通过。哎，哪个评剧呀？嗯，说的是那个评戏。你看有人说不是吧？谁说不是？再喊一声。我错了。你你得唱评戏呀。评戏过去不叫评戏，叫蹦蹦戏。对，因为它是有历史的。老年间叫蹦蹦。老年间的这个戏啊，是一边蹦一边唱。嗯，大貔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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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老年间的戏了，这都啊
蹦蹦戏吗？人家那是半班戏，叫俗了叫蹦蹦戏，因为行当不齐全，只有小生、小旦、小花脸。哎，小花脸这个角色我个人比较爱喜欢。当然了，我师父郭德纲先生就是唱小花脸的。还真是有这么一段叫活捉孙父，就是郭老师教给我的。好啊，他生前说了，这出戏啊，什么时候的事儿？这郭老师死了，你来到深圳不是说天高皇帝远知道吗？怎么了？一张嘴郭老师死了，话说出来就不灵了。我也没想到你来深圳许愿来了。这是你咒人家干嘛呀？谁咒的？你不是说生前教的你吗？过生日之前呢？你们家管过生日之前叫生前？那当然了，这活捉孙父唱腔的比较滑稽幽默，给您各位来唱一段怎么样？各位，有孙父捏呆呆，独守灯光，心思思，一年年都是媚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帐绣花帽，衬羽绒，压到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权杖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星女抱薄香，哎，投入长江啊，哎嗨哎嗨呀！哦，谢谢各位台演啊！这相声演员只不过学习人家一点皮毛。哎呦，你也太谦虚了。但是我唱的真好啊！刚说谦虚就不要脸了，他得有点自信啊！其实这些戏曲里边，我最喜欢的，还得说是京剧，国粹呀，特别脆呀，你这是买萝卜来了啊？什么叫特别脆呀？京粹，国粹。对了，2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经过严格推敲出来的。对，一小段没有3-5年您唱不下来。京剧难呀，有的人学了一辈子了，一个字儿都唱不了。这怎回事呢？哑巴。废话，学两辈子唱不了啊，就很难。确实难啊，有很多名段。比如说有这么一段叫四郎探母，讲的是杨艳辉还有铁镜公主。杨艳辉呢想去探母，铁镜公主呢同意了，杨艳辉高兴唱了个高腔嘎调叫小帆。哎呦，这可高啊，翻8度那么来啊，这没有个嗓子你唱不了。确实，给您各位来段这个怎么样？你能唱上这个来？我呢豁出去了哦，先找找调门。好。阿姨，你阿姨都来了，都来了啊！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翻。哎，你往下翻呀！最难的就是这个翻8度。哎呦，这是个人都能来知道吗？您什么意思啊？你得往上翻八度啊。往上翻。对呀，这不好来。那多新鲜呢。如果唱得上去，各位不要吝啬掌声，热情来一次行吗？啊，您得往上来呀。您起个头。我起头。来，我起头高了啊，随便。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唱得好。哎，好，我用你夸，让你往上翻呢。再来一句，站立宫阿门叫小翻，唱上来了。下面请欣赏相声《论捧逗》，表演者敬贺兰、朱贺松。谢谢啊，我替我搭档谢谢你啊。谢谢。哎，谢谢您各位吧啊，感谢您这个。哎，听到了。哎，好。哎呀，那真乱，一句也没听见啊。谢谢您各位吧啊，
确实啊，大家伙很欢迎啊，哎，非常的热情。哎呀，再一次又来到那个美丽的城市，哎，深圳。哎呀，哎，这次来也不一样了，嗯，哎，这个参加人家靳鹤兰、朱鹤松二位老师的专场演出啊，哎呦，心里真是特别开心。那可不嘛。每年呢都有这些优秀的相声演员，哎，你看今年来说呢，来深圳这一对就特别的优秀，嗯，一个叫靳鹤兰呢，一位叫朱鹤松，哎，啊，特别的好。那我们哥俩来说呢，也很荣幸能够参加这场演出。哎呦，可能也有好多朋友呢不太了解我们啊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认识，有自我介绍一下，嗯，我的名字就叫靳鹤兰。后边的好像不太熟悉我啊，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这是我搭档，哎，哎呀，特别了不起，是我，姓朱，叫朱鹤松，是我，啊，对，哎。就你们听相声的时候就听一半吗？就您网上看视频就只有他这半部吗？我真是不拿这边的当人看呢。哎，真是。不是，你后边这个幕布上都得是我先出现吧。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你坐这么靠后看不见我也信呢。朱鹤松，告辞。哎呀哎呀哎呀，这不用觉得难堪，这是家乡父老对于鹤松的厚爱呀，亲不亲故乡人，河边大树根连根呐。就是你们听见什么就鼓掌，就说了一个家乡父老。对呀，我这是省亲演出来的。你跟哪儿省亲呢你？啊？一走多少年？你到哪儿都是省亲吗？我这是我的家乡啊！你气得我有点语无伦次了。不是，你听着这么多位好朋友啊。你是哪人啊？咱俩合作这么多年，你不知道鹤松是哪人，我好伤心呐、啊！真是，我在十七号的时候我还知道呢、我今天就迷茫了。你是哪里人呢？我是天津人呐，跟深圳有什么关系吗？我念书的时候在哪里，知道吗？念大学的时候，你还上过大学呢。您在哪上的大学呢？天津啊。你是不是在玩我？后来参加工作了。工作也在天津吗？北京德云社呀。两个天津一个北京，你告诉我跟深圳有什么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咱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啊。那你要这么说，你到每个城市都能算省亲呢。对呀，深圳流传在民间有这么一句谚语，没听说过吗？什么谚语啊？没听说过吗？不是，我没听一句，我没听懂。说他你们跟他，你跟他说的是一样吗？我不知道，我也是听着有这么一句谚语。你看看你跟他们说的一样吗？那怎么不一样？我可是对深圳太了解了。哪句？苍井苍城黄山黄河，在我心脏长天津。这个意，这是。粤语吗？没听懂。长江长城吗？对呀，在我心中千金呢，真是的。那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呢？
你们还真的挺齐，但是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哦，来了哈尔滨就都是深圳人，彻底乱了。就听见一个都是深圳人。对呀，反正深圳是个好城市。哎，对吧？那能看得出来您也很开心。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哎，对了，你到哪个城市都很激动啊？对，当然说吧，观众啊就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对，你要真说到这儿省亲也没有什么问题。哎，这一句话没有问题。哎，这话挺好啊。但是观众啊对你现在也是很喜爱。哦，朱老师这近二年确实越来越火。是。这个全国来说吧，喜欢他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哎呦，那是就是观众朋友们的错爱了，都是。就是观众一提到你，热烈鼓掌，欢呼叫好，这叫错爱了。错爱，真是贺松担当不起，面红耳赤啊，真是。这个模样鼓掌叫好叫错爱，哎，对我这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没错。踹死你！啊，就确实喜欢您。哎，说明什么？艺术能力啊，现在也确实高了，还得努力学习呀。努力是应该的。嗯，但是你的风格与众不同。哎呦，与众不同是吗？对吧？你包括人家，你刚才那一对，你是陈九品啊，你在旁边，人家什么状态？什么状态呀？真心实意为逗哏的服务。我的服务你不满意吗？我这不也是桌子挡住了腿，露个上半身，我这不也跟着站着呢吗？我都没敢动啊，我就这站在这一块儿。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因为什么？人家你看那个捧哏演员，嗯，一般来说惜字如金，哎，他们都不太爱说话。您的话稍微多一些，哎，我擅长发言，哎，爱说两句啊。但是呢，也是这种啊，这些年的努力造就了观众朋友们对你这种状态呀，包括你的风格一种认可。哦，当然我也话说回来，怎么了？你能有今天，嗯，离不开我的努力。哦，我这样离不开你的努力，是因为你太不爱说话了。不是，你俩相声两个人呢。对呀，咱们这叫两个人的相声啊，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呢。哎，对吧？你真说你就一个人，你站外边来，你当当当说，你不一定像现在这么火爆。啊，对吧？对对对，尤其近二年你跟我合作，可以说你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哎呦，那真是，这我得谢谢您呐。多新鲜的，我在家里都立了一个您的牌位呀。天天这么盼着我死吗？不是盼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立着我的牌位每天三炷香吗？不是，我们没有，那太不吉利了。这什么呀？立我个牌位就很吉利吗？真是大过年的怎么说这个话呀？大过年的，嗯，你们家六月过年的？这是深圳，朋友。哦，深圳也不能六月份过年的。哦，对，只要开心，每天都是年。嗯，哎，我谢谢，哦，拿谁说话了？嗯，谢谢谢谢谢谢啊！我说到哪儿了？嗯，思路全给我打乱了。对，就是朱老师这些年，真是你得平心而论。哎，跟着我，你觉得这些年生活好起来了？哎，生活确实不错了，对吧？是不是？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哎，我现在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你要说怎么不错呢？你说吧。可以说名利双收。你们还在吗？突然间这么安静。哎呀，哎，你是我气氛组的，你就是跟着我，你是不是这些年挣了不少的钱？对吧？你就说这些年，平心而论啊，嗯，比前面人家那对演员强多了吧？来。咱不跟别人比，晚上场了半个小时。什么叫晚上场半小时啊？你多挣钱呢。哦，挣钱多了，挣钱多多了。您就说现在来深圳了，家乡父老，嗯，你省亲演出，嗯，别骗人啊。我不骗人。别骗人啊，诚实来说，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了？跟他说一个月相声能挣40000块钱。可以了吧？听听观众的反应吧。
很惊讶，都是好少啊。你是怎么听出这么多字儿的呀？粤语嘛，这不粤语吗？这不是粤语，他们就好少啊。真是，你一个月四万，小康家庭了，哦，生活好起来了，嗯、对吧？诚实了吗？我都乘二十了。对呀。万块钱，我问你诚，我问你意思，你别骗大家伙，诚实，乘二十，嗯，一个月两千，两千其实也可以哈、啊，不少了，确实不少了，跟着我你能挣两千块钱啊、哦，要不跟着你呢，就挣不到这两千，但是你别看两千块钱，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已经提前步入小康了。两千是你的月工资啊，你还有年终奖呢。对呀，年终奖太多了，年终奖给两个亿。对，京巴不为币。嗯，两个亿，那么你就最简单的一点，你就说说生活水平啊，平时的哎，穿这些衣服越来越高档。哦，就是这哦，越来越高档了。你就说这几场演出光大褂做几身的吗？确实是，这玩意儿投资它确实太大了。对呀，这个、真是这谁发明的染色技术啊？对吧？你反过来说了，台底下你自己穿那个便装。哎，我一下台就要便装，真是我常服啊，就你自己那私服。常服，剧场的那个服装啊，那不就是大褂吗？便装都是品牌的、嗯、对对对，就你说这个鞋，我那小鞋子都是国际大品牌，哎，曲奇的都是那种大牌子，我一天能穿七八袋，我一天就我一走道都往外冒那个巧克力豆豆，豆豆鞋吗、嗯、啊，这什么牌子，这是就是大牌子，大牌子那种奢侈品，那叫哭泣，太露怯了，还曲奇了，我那个鞋上不都写着了吗？哭泣 K U Q I， 那不写着呢吗 ？K U Q I， 哭泣，就你这 logo 是拼出来的。对呀、啊，是不是大牌子？是大牌子。皮带，那腰带啊，也是大牌子。什么牌子？奥迪的。你怼死我多好呢。迪奥，就这皮带凸显性格，要不说你这，要不一说朱老师，你这人真是真迪奥啊。嗯。T 恤，小背心儿，小哎呦，到这儿小背心儿，哎，小短袖衫，哎，国际知名大品牌，什么牌子呀？你妈呢？我妈搁家呢，我妈。那咋不来深圳呢？什么牌子这是？就去天津，啊？就是国际大品牌，那全程中瞧着你妈呢，乔治阿妈嘞，真是你们这些没有学过外文的发音，乔治阿妈，咱不懂啊。对呀、啊，穿那些大牌子，嗯，是不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确实是提高了。原来我都是普通的运动品牌，现在我已经穿上莆田货了。正品，对呀，莆田人也出正品，是这他不说正品我能买吗？你这都是网上 APP 买的，你的这就是你穿这些大品牌了，嗯，反过来你说名利，这个名也提高了吧，可能说啊，在深圳这个地方名气没有多大，我们哥俩在柬埔寨响当当。你往那儿干嘛去？咱俩在哪儿有名气？来深圳演出，深圳没名气。咱俩在哪儿比较火爆？咱能不能去那儿说相声？天津。啊、哦，家里亲属多，都是家里人嘛。啊，不是在这个深圳，其实小有名气。是。现在一提啊，德云社来说都知道谁呀、啊？朱克松叫什么？捧哏巨匠。哎呦呦，这担当不起了，担当不起了。有点担当不起了。哎呀呀呀呀！真是。到这不好意思了。哎呀，不能这么讲。都了解您了。哦，都认识了。这都是这些年
跟我合作，您留下来的东西。哎，那我确实是谢谢您。您甭客气啊，我谢谢。但是咱话也得说回来，你这个话怎么老来回来去的说呢？得到了这么多，反之您付出了多少？你付出什么？我付出什么了呀？你能跟我比啊？你背着我付出了什么？阿金，你背着我付出了自己。我往哪儿付出我自己去？不是你付出，我半夜给你暖被窝去呀？不是不是，你付出了什么？你就说啊，咱们每个节目的文本是不是我写的？废话，那可不嘛，你说的不你写，你帮着了吗？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呀。你还有理了你？我等下台再写不赶趟了吗？文本啊，创作一个新节目或表演一个节目都得写那个文本，对，都得我打吧，都得我敲吧。哎，您擅长这个击剑是吧？啊，对，敲击键盘击剑。对吧，年年的哎敲键盘，哎他得敲创作，哎他搞创作，哎呦我费了多少脑细胞呀，哎我掉了多少头发你知道吗？哎呦呦呦，那真没数过，这可以说是一把一把。那可不嘛，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啊天天我得研究作品，哎他创作新节目，对，背那个台词儿，哎一个段子，嗯 A4 纸一背最少十来篇，哦当当当当天天背，你把字缩一点不就少一点吗？就是五号字变成二号字，对呀，你把它缩一缩呀，二号字大了，对对对，说反了，真是说反了，在这么一个电子设备发达的城市，哎，因为我那个字体老是小四小五，真的，这半边这都是华强北包场，这都是，这都是真的。那么你就说这字体，咱们说什么字体？哦。这跟字体有关系吗？节奏多么的松散。哎，我发现了，到深圳不是说相声来了，跑这儿聊大天来了。主要是这台词我得背，废话，我得背，可不得背吗？那是节目啊。我是背了，因为我需要运用这些东西。对呀，因为这个舞台上表演两个人，我得充当那什么呀，树干。主线得往前推呀，你背什么了？你说你付出什么了？你背什么了？咱就说这个文本，别说背，你看过吗？嗯，而且我们最早之前逗哏的时候演出，你看我这位置叫逗哏，都是从你那边过来的，都是先给人家捧哏，慢慢丰富自己，最后站出来接着逗哏，你都没经历过，所以说你的言外之意就是让我去逗哏，你下去。贺兰，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再见啊！别走啊！你们玩不要啊！真是，我一会儿十点半再上来。咱们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好费解。我想表达的是，外边这个活不是谁都能来得了，因为我们的大褂是半身的吗？跟大褂没有关系，嗯，跟大褂没有关系，那是台外这个人，就站在这个外边这个人，他需要掌握的东西比你里边要多得多。哦，需要掌握一个发型吗？文本台词主线，这都得清晰啊！对呀，就像你这个天天在舞台上胡说八道，这种根本站不了外边。您说这话真的是不好，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不好。咱是实事求是的来说，哎呀，你也就是站在里边，观众可能还喜欢你一点。你要真说有一天你要站在外边逗哏了，您跟我一样。没人了解，不能这么讲。哟，您也是有点太谦虚了，不能说站什么叫站在外没人了解呀。我那意思就是，我站在外边，我也有我的树干呀，你也有你的树干，咱们都有主线往前推呀，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棵树啊，你有你的大树，我有我的大树啊。
咱问题，咱们同一个芥末是不是得同一棵树啊？对呀。那你能跟我不一样吗？肯定不能不一样啊，这是相声。不要。那你为什么站在里边时候每天都不一样呢？因为你说完了，我再说一遍，不就不搞笑了吗？啊。哎，那你要先说，你觉得会很搞笑。我要站在外边，这用一句成语来说，那可以称得上是顶呱呱呀。这顶呱呱都叫成语了。顶呱呱呀。一个鸭。这小包袱不经意间的顶呱呱呀。你认为你能胜任外边这个？我要站在外照样没问题，是这话呀。你快进来吧，你快，我也让你的大伙看看我，看看我这整身的长衫。看吧，不用看，大褂都是整身的。一个大褂穿了十年了，下边还是那么新。不用，这大褂今天是新做的。这回我站在外边逗哏了。你逗哏了。这回我站在逗哏，咱们从哪里开始呢？得有个仪式吧。因为逗哏来说，一般都听逗哏的。咱们从上台开始好吗？对，就是从那里往这里走，好不好？还得从上台开始。对对对对，从咱们俩从那边往这边走的时候，捧哏演员要耍着狮子上来。我没听说过有耍狮子上台的。这是祝福深圳的朋友四十吉祥，扎西得累呀、啊。怎么到你逗哏了，对捧哏演员要求这么多呢？因为咱们是传统艺术啊。不到这鞠躬不就完了吗？那是你逗哏的时候。现在是我逗哏。行行行，听你、哎、听你，快点来吧，哎。这耍狮子是不是得俩人呢？哎，你在干什么？金狮独舞嘛。就我一个人耍。对对，这是我逗哏。这不是耍狮子，这是耍我、哦。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你逗哏，这算结束了吧？啊，对对对对，可以现在开始了。可以开始了。是不是先鞠个躬的？对对对对。今天我给深圳的父老乡亲们说一段。你等会儿拿这个。等会儿，我现在还得拦你一句啊。嗯，你逗哏可是你逗哏，你必须给大家伙逗乐了。废话，德云社的相声能不可乐吗？那是那是。今天我给您说一段相声。你等会儿拿这个。你逗哏可是你逗哏啊，咱不能有什么屎尿屁、荤的。哎呀，不要再说了。贺松的相声全都是绿色文明高雅的节目，不能有下三路啊。行，这下流的包袱只配给下流的观众听，这都是高雅的观众，哪一位会听那些个段落呢？真的是，哎，让人这个节目都得上电视，你知道吗？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你等会儿，你逗哏可是你逗哏，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开玩笑。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开玩笑。哎、我记住了。哎，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不是您等会儿啊，就你把那个坑给我闭上。我这一逗哏，你怎么话这么多？捧个哏，让那个嘴歇会儿。站桌子里边哇的哇哇的哇，哗众取宠啊！我居然让他说我这些，太可气了！这人，你歇一会儿，捧哏就是往这一死就行了。听见了吗？他就这么说别人。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就拿这个相声来讲吧。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哪一门来好了都不容易。就拿这个说来说吧，一般我们说一个大笑话小笑话儿，蹦蹦蹦蹦蹦蹦，你倒是说话呀！
我更想给大伙儿耍个狮子。多可气，他捧哏的是猪羊相，他猪羊相啊！我别搅和你呀！我多说一句话，万一把你的节奏打乱了，你还得赖我。你得捧哏，你得有那个捧语气词、助词，你得说呀。什么助词呀？嗯啊，这是哎嗨哟呵，听你的吧，你得说呀。哎呦，我这有点不太会，因为我的捧哏演员这些年除了去你的吧，哪个字都没用过。哎呀，真是。因为我一般来说，因为我一般我适应那个捧哏演员呀，从来没有说单字往外蹦的时候。那你也得掌握这个技术，你不从这儿挪出来的吗？哦、怎么老本行都忘了，快耳濡目染了。对，真是的，明白了。今天我跟您说点相声，咱这个相声代表四门功课，对，说学没错，唱哪一门好了都不容易。去你的吧！就拿这个说来说吧，一般我们说个大笑话、小笑话，甭甭甭。捣乱，对吗？每一个小字儿全捧到了我的腮上边，对吗？哎，我是为你着想啊，我直接奔去你的吧，你就挣钱了。你还费那个口舌干嘛呀？我精心准备的笑料还没有抖出来呢。观众朋友们已经很累了，比刚开始，刚开始、啊，你让他们。刷一会儿抖音好不好？不行，我那小笑料这马上就要推出来了，让你啊，这一下给我搅和了。哦，你还精心准备小笑料？好家伙，这真是的，很精心准备的没有用啊！到咱这还具备什么吗？什么呀？即兴发挥。什么？我真是跟你聊即兴发挥这四个字儿，现场抓哏。即兴发挥那种，现场抓哏，跟我聊即兴发挥，这部戏打在我的小背上面了吗？真是啊，最擅长这个了。哎呀，不是现场抓哏的啊，这有点即兴的东西。辛苦您呢，哎，辛苦辛苦不了。昨天我上你们家了，上家不了。到你们家啪啪一打门呐，那、里边出来一个人，哎，出来人。我一瞧不是外人，谁呀？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哎，是她呀。她说你没在家，哎，我就走了。哦，我就走了。是，走吧。我走了，你走吧。我自呕走了。你滚。逗啊，先继续啊。这就属于台上撅人了啊。我撅得动你吗？我得拦我呀，产生矛盾他不才有笑料了吗？你要这样逗，你也逗不乐大伙儿啊。你平时不就这么给我捧吗？什么时候会这样？哪句顺着我说过了？你现在有点太顺着我说了，我现在需要你反对我。哦，我需要反对？不行，我一反对你，我怕你就乱了。我乱不了，我精心准备了三天的包袱，让你给我搅混了。再说了，这即兴的东西你就没有临场发挥吗？哦，我突然间不逆向思维了，顺着你了也不行了。你有临场发挥吗？多新鲜呢！来，这是逗哏演员应该做的。逗一个我看看，来。哈哈哈，逗啊！自己就找自己那位置。快来 ，action！ 辛苦您嘞，辛苦辛苦吧。都到您家了，哈哈，到我们家了。啪啪一打门，打里边出来一人。哦，出来人了。我一看不是外人，我们家没有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大嫂子吧。问你说你没在家？没有在家，好啊，我就走了。走吧，上大街了。上吧。到广场了。到广场吧。进剧院了。进剧院吧。我就看见你爸爸了。看见吧。你爸爸在台上正说相声呢。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不得不多不到边儿，不得不得大头不到边儿，这不得不多不到边儿，不得不得大头不到边儿，不到边儿不到边儿，不得不得。怎么了？你爸爸是王孝仪。你有这样的父亲不骄傲吗？他会好几万的 B-box。刚才我逗跟前你可说了，说什么了？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开玩笑。我爸爸就是咣咣咣，干嘛呢？这什么？这是？这一般人来不了，不呲大呲，对不？还不来不了。这个东西，什么叫即兴发挥？
现场抓梗，就是把不齐了，说到哪儿了，走嘴了，你可能就出现这些东西了。这是什么？走嘴了。这是走嘴了。对了，哎，这什么意思？走手了。啊，你甭管走哪儿，你走哪儿，观众乐不就完了吗？你这我也能弄乐了。辛苦您呐，辛苦辛苦。昨天到你们家了，家到家，啪啪啪一打门呐，哎，打里边出来一个人，好啊，我一瞧不是外人，谁呀？你媳妇我大嫂子，是他。他说你没在家，怎么着？我就走了，走上了大街了，哎，进了小巷了，哎，了进了剧院了，我就瞧见你爸爸了。哎，等会儿，等会儿，哎，打住，闭口，我爸爸死了。啊？金庸，大庸你来了！你听那个口音，能是我爸爸来了？哦，我一天津人，我这东北的，我最可气的，给我爸的票这么靠后。哦，对呀，你怎么可能啊？我们一般前边这是，这是最可气。哎，最可气，你们连个死鬼的便宜都抄啊！你就当个盒，你都得认这个便宜，认没了，死了，死了，谁答应谁死。现在，我爸就这么死的。就在台里大啥那么意思。你爸爸死了。死了。妈，我爸爸死你高兴什么？不是不是，我爸爸死你怎么这么开心？我想想，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那不你的事吗？来来来来，辛苦您了。死了就死早了，死太早了。辛苦您了，辛苦辛苦吧。走上您家了，上家上家吧。啪啪一打门，打里边出来一人，出来人，出来人吧。我看不是外人呢，没有外人。你媳妇大嫂子，大嫂大嫂子吧。问你说你没在家，没在家好啊。我就走了，走吧，上大街了，上吧，到广场了，到吧，进剧场了，我碰见你爸爸了。啊，你等你站好了，站好，不能，我爸爸也死了。那大哥你怎么不答应了？因为他看出来剧情的走向不太吉祥。你爸爸也死了？死了，死了，我也碰见了。你碰见什么了？我不是这两天碰见的。什么时候？我是仨月以前碰见的。啊，我爸爸已经死八年了。八年前碰见的？哎，那之前已经有十年不出屋了，全身不遂了。哎，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碰见的是谁？可是你大爷。我大爷。对了，戴一个黑礼帽，哎，留一八字胡，嗯，老拿一文明棍，就是他。我没有大爷。对，你没大爷，这是谁呀？卓别林吗？我问你了，嗯，我问你了，幽默大师吗？你够幽默的了，你，嗯，你叔叔没有叔叔，你舅舅没有舅舅，你姥爷没有姥爷，姥姥，我妈是孤儿，这么下本吗？哎，没有啊。就你们同学没上过学，你同事没上过班儿，就你们邻居，我们家独门独院，干邻居，我有病啊！邻居没有，我认个干邻居。你万一有那个远房的干邻居呢？您就这样，不要瞎说了。啊，为了给你捧这个哏，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死绝了。拿我那个电话随便打，通讯录挨个打。喂，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死掉。用这样吗？哎呀，真是一个都没了。命犯天煞孤星，嗯，你都多余活着。下台我就死。你是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魂归故里，叶落归根嘛。不是，就你这个状态，你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你死了，
你死了，你对得起后台这帮师兄弟吗？是我走，没说带着他们。你对得起咱师傅对你的栽培吗？我把他带走怎么样？我把他带走，你们都得死。一个个还傻不错呢，还不是远了甭提。你说你今儿你后台有人死了，一会儿都不演了，你对得起今天来这些好朋友吗？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批观众了。对，下辈子还给您说相声。贺松走了，拜拜！我要再看一看这一张一张的笑脸。留步，留。现在啊，您留步，等会儿，您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一会儿再死好吗？你这是要台上缺人。哦，这叫没有艺德，你知道吗？没有艺德了吗？多新鲜呢！啊，我问一个没一个，问一个没一个，我嘴怎么这么灵呢？说谁谁死呀？哇，我嘴开光了，这是一个被诅咒过的小嘴巴。知道为什么说这么慢吗？我怕说错了。对吧，舞台上表演咱们是有个人的任务所在，怎么就问一个没一个，问一个没一个的？允许我们逗哏的说你们捧哏的谁谁谁谁家里边谁死了，不允许你们捧哏的自生自灭。我们这还是一个特殊的工种。废话，一个都没了我说什么呢？好吧，那你说一个，你说一个，我说有。我们家里有什么？我们家里有什么？植物园里有什么？行，你们家，你弟弟行吗？有吗？有，我是有一个弟弟。他弟弟也特别好，但是你碰不见。别弄那个，有我就碰得见。你肯定碰不见。我肯定碰得见。我弟弟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出百天。这哎，我问的可是一奶同胞的，一个娘肠子里边爬出来的。一娘肠子爬出来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你爸爸死八年了，他哪来的？这等着我呢。下面请欣赏相声《反七口》，表演者杨鹤龄、吴肖泽。谢谢大家的掌声啊，这个再热烈点就更好了。这个今天这演出特别的好啊，这叫什么呀？德云社靳鹤兰、朱鹤松的相声专场，二位老师，能跟着人家演出过来到深圳呢，也特别开心。头一回来深圳，是，真是的。深圳，我们来之前可能跟大多数这个没来过深圳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们想深圳这边到底，你全国各地都有方言的说什么，我们都以为这到这儿说粤语呢。后来来深圳这儿才知道，深圳还真不说粤语，啊，还真不说粤语。那说反正就不说粤语。他也没闹清楚。不是他有广东人啊，香港人都有。但是他可能就是有客家话呀，反正基本上以普通话为主吧。而且我观察，我也不知道观察对不对，就是这个深圳人说话好像是不光是南方的语言，北方的语言，他南北方语言掺杂到一块儿他说。哦，揉起来。啊，揉到一块儿说。哦。你比如说今天，哎呀，今天特别冷，普通话特别冷。这个深圳就不说特别冷，深圳说南北方的话搁一块儿说的怎么样？叫贼嗨冷啊。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这么说的啊，他们告诉我贼嗨冷。咱啊，这贼就是北方话嘛，是不是啊？行，我也不知道说对不对啊。贼嗨冷，反正就是说深圳是个好地方，能到这儿演出也特别高兴。德云社的相声专场，我全国各地都有。郭老师弄得也挺好。当然，你说为什么说人家能开专场呢？就是靳鹤兰、朱鹤松能开专场呢？二位老师，相声说的特别好。那错不了。你说相声要想说好了啊，无非就两种条件。两种条件。您介绍一下。一个就是自身的努力。一个就是这个传统的世家。
你比如相声世家，相声就能说得很好啊，那倒是，他有这个气氛，有这个氛围，嘿，能够熏陶啊。您要是常听相声老观众，我说几个人，您可能也都知道。哪位？你比如说相声大师这个马志明，哦，少马爷啊，少马爷马志明，嗯，相声为什么说得好啊？为什么呀？他爸爸马三立是说相声的，哎，这是泰斗啊啊，还有这个。郭老师的师傅，我们亲师爷，嗯，侯耀文先生，为什么相声说得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侯宝林是说相声的，这是大师啊。还有就是往近了说，德云社吧，哦，我们单位郭麒麟，哎，相声为什么说得好啊？为什么呀？他爸爸于谦是说相声的。哎呦，啊，怎么了？哎呀，你36度的肉体怎么说出这么冰冷的话语呀、啊？你这有点猪鹤松附体了，你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个角落说话都是这个样子。哦，哎，这范儿就有点像了。行行行，不是范儿像的问题，您这话说的对吗？怎么不对呀？我说的很清晰，很清楚，大伙儿听得清楚啊。对于郭麒麟的父亲于谦是说相声的，对吧？嗯，你看。不是你们都在现场是怎么着？那能对吗？那玩意儿不让观摩。废话，郭麒麟的父亲，嗯。是于谦，对呀，这个事情不让往外说，这是内部消息。好，那今儿说走嘴了。哎，今天算内部专场啊，以后别说了。说走嘴了，应该是谁呀？应该是郭德纲啊。啊，郭德纲。对呀，确定吗？哎。确定吗？你给确定了吗？其实我也很犹豫。还是的呀，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呀？哎、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怎么办？怎么办？算了，不管他了。别算了也就。反正就这么说吧。哎，就是郭德纲，郭老师。哎，说相声的那是家传吗？嗯，你就说我们这个专场来说吧。咱们啊，靳鹤兰啊，靳老师，靳老师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为什么呀？靳鹤兰他爸爸，我这心口有点、哎。刚才那个节目，如果你听过的话，他爸爸已经死掉了。我觉得还能抢救，倒是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在那里高喊、啊、你给弄死了，好、啊，这是凶手，这是我那个不是我突然感觉心口疼，我说哎呀，不是一回事，知道吗？废话、啊，就是说靳鹤兰相声为什么说好？因为靳鹤兰他爸爸是说相声的，这不完了吗？那不对吧？怎么不对了？又不对了？他爸爸不是说相声的，靳鹤兰的爸不是说相声的，对啊，对，靳鹤兰的爸不是说相声的，对，他爸爸是听相声的。还对呢哈、啊，靳老师被朱鹤松挤兑半天，没想到没逃离你的魔掌。我他不在台上，我就随便说了。哎呀，好嘛，那就是说，虽然说不是说相声的，哎，不算世家，但是呢，哎，人家能把相声说得好，全靠自己的努力，哎，个人的能力啊。不光相声说得好，能力好就有一个特点，嗯，能力好挣钱挣的就多啊。人刚才也说了，你说这一场来说吧，嗯，我们给人掖场啊，嗨，就是跟着人演出挣的少一点，嗯，人家挣钱挣的还多呢，啊。不是，您是到了南方以后牙疼是吗？不是，我高兴，我一高兴我就好咬牙，你不知道，嗯，哦、挣钱挣得多。不是您这，不是怎么你看见什么了？我就这么邪恶的嘴脸，你说人家挣钱的时候，他确实挣得不少。你也很开心吗？哎，这废话，那是挣钱多怎么了？哎，业务能力好，哦，人家挣钱挣的自然就多。那倒是，你就不说他，你说郭老师来说，那他更多，是吧？哎，这回这个态度我认可啊。这个凭业务说话，嗯，台上相声说得好了，自然的这个工资 啊，生活水平收入就提上去了。那倒是。我挣的当然不多了，很少了。哦，我们同样是一场的搭档。嗯，有人说你们俩挣的是一样多的，这个是不对的。哦，这错误了。跟业务能力有关系，不是一场必须挣的一样多。嗯，人家挣的就是比我多一些。嗨，这个真正说是挣多少啊，每一场都不一样啊。哦，他们也说他们挣多少钱了。我也知道我挣多少，嗯，但是他具体挣多少比我多，我知道挣多少我不知道。哎呦，什么原因呢？哦，我们这个德云社有规矩，那都有规矩啊。什么规矩啊？就是在台下不让互相打听工资。哎，大企业现在都这样啊，在台下不让问，对，台上问一问。哎，你看这多好的一个机会！哎，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也不算我问，就算人家观众朋友、衣食父母，你的衣食父母想知道知道，哎，你给介绍介绍。你问吧，我说你说你的个人工资都不一样哦，得具体聊一聊我，嗯嗯，我就不要乘以十了，你就不要乘十了啊，哎，对，我
我一个月也就10000块钱。10000块钱。嗯，各位，10000块钱跟10000块钱还不一样。哦，人家这个10000是在什么状态下10000块钱呢？什么状态？就是说年底分红啊，逢年过节发那个红利，这都不算啊，都没有，就是纯到手，就是什么也不需要交，也不需要你上税去，就是10000块钱，哎，就到手10000，对不对啊？哎，你10000，对不对？10000是吧？10000块钱也咬牙，我问问吧。啊，您问一问，那个咱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啊？这个邪恶的嘴脸，咱俩咱们俩关系怎么样啊？一般。哎，你看他说很好啊，对对不对？不是，你耳朵拉稀了是怎么？我问你呢，我问你，咱俩关系怎么样？很次。哎，他说特别棒。我俩字您都听成仨字了。我说咱俩关系怎么样呢？基本不认识。非常的好啊。不是，咱俩关系怎么样？压根不理睬。哎，生死之交。你哪儿听出来的这话都是？咱俩关系怎么样？怎么咱俩关系，我说咱俩关系的没说别的方面，就说咱俩的交情，咱俩关系怎么样。不是，你就你看说了可以为我去死，你看看我刚才表达出来言语了吗？我你的眼神我就看出来了。我都没看出来。我好好说关系行不行？这还行，关系挺好，随便。哎，就冲着咱俩关系就这么好啊，每个月您这工资一到账怎么样？这10000块钱一到账啊，你不得分我个9000-9800？我先谢谢你啊。哎，不用客气。那这好，我疯了。在德云社我一个月辛辛苦苦10000块钱，对，工资一到账，我分你9800-9800。9800的我就剩1-200块钱。怎么了？好家伙，吃屎都不够了。这事还能生活吗？他这个话说的我就有歧义啊。哎呦，就是说分我9800-9800，剩1-200块钱吃屎都不够了。废话，就是原来一万块钱的时候够，对不对？10000块钱的时候真的是啊，是不是？就大概就这意思完了。是这意思吗？是吗？原来够，原来吃的富裕，是这意思吗？真的仨，我占用您的粮食了，是吗？我占用您粮食了，让您重断食了，对吗？对不对？什么叫重断食？这轻断食就吃的少了，你这就几乎不吃了。不是，我不是说形容拿这个钱我要去购买一些东西来。你就是这么说的呀，你就是这么说的呀。我是形容一下，我一个月1-200块钱。不要形容，就说帮助我把钱。我凭什么帮助你？我把钱都给你。咱俩你说了关系好，关系既然好的话，就是说我有点困难的情况下，互相帮个忙。您各位也是如此。哎呦，邻里之间朋友，那有点困难帮个忙，这怕什么呢？哦，您要是有困难我能帮助您。是这意思。那您是什么困难？人多，家里人口多，就是查户口的时候人口多。哎呦呵，现在就是说生活压力也大，全靠我一人挣钱。哎呦，人口多。您要这么说的话咱得问清楚，负担重。你们家是几口人？肯定比你们家多。哎，你们家几口？我们家6口。哎，我们家那就7口。哦，这还抬杠，这人不是抬杠，7口比你们多。我印象中就凡是比你们多。不是，您这时候就骗人。不骗人，我们家就是7口。不是，咱俩这关系，您要说好的话，咱应该互相都了解啊，肯定清楚。我记得没错的话，您家跟我们家一样啊。不不不不不不不，7口。这个传统节目应该6口。七口。哦，7口定了。哎，7口是准的。哦，好好好，那这么着吧，当着各位，今天这相声咱就搁这儿了。您什么意思？我要当着列位给您算算你们家人口。不说相声了呀？到这儿了，算算人口啊？哎，可以算。好吗？可以算。但是这么着啊，为了就是不白算，你抬你的杠，我抬我的杠，让大伙儿看着也有热闹刺激感。什么意思？咱俩挂一点点赌注。哦，要刺激一下。咱俩算打赌行不行？啊，听您的。咱赌怎么着啊？赌什么？赌台上，咱台上都穿着这个服装的。啊，大褂儿。赌台上你也有，我也拿得出来的。什么？命。哎哎，命。哎，能听懂吗？这个字典里只有这一个发音。命。我也大概其了解，这怎么个赌法？就是你输了，把你埋了。那我要是赢了呢？挖出来还给你们家。好，里外里我全死了。大姐笑的。有赌命的吗？太魔性了。别废话，没有赌命的。赌钱吧。哎，钱。赌钱。那还行。行不行？那您说多少钱吧。你说赌多少就赌多少。就反正那个9700-9800是归我，9800-9800归我了。好嘛。剩下的1-200归我，再赢过来，行不行？好，那打算给我来个卷包会吧。行不行？那咱就这么着，就100块钱。行，可以，没问题。100块钱。100块钱啊，行，100块钱。那个帮助我那个数据定了啊，就9900了，好不好？
好的，我全给他了。100块钱，行，输赢就100，行，行不行？那张列位，我给你算，谁算？我给你来，你给我算，我给您算。那你要给我算的话，就这样吧。啊，台上稍微等我一会儿，是，耽误您各位一点点时间。您要干嘛？我去后台，我找一个电脑，笔记本也好啊，台式啊，计算机、计算器，哪怕有手机也好，我拿上来，放到您这儿，数住您，算我们家人口，好不好？不是算个人口，至于拿这么些高科技？不会，我们家这人口太复杂了，你算不出来呀。没有辅助那工具，你怎么算呢？待会儿又乘方，又乘方，又开方，又提公因式啊，这微积分、引力波，这都得用上吧？这量子纠缠，这玩意儿是不是？对不对？不是你们家都是活人吗？你们家关系都这么纠缠吗？量子纠缠呢，论捧逗吗？对不对？纠缠吗？他们俩啊，他俩纠缠着。哎，别废话，不用那么复杂。嗯，算人口很简单。怎么算呢？拿手就算了。不可能，不能够，不能够，拿手怎么算？没有计算器。不，你要死是怎么着？你要干嘛呀？你哎，不能拿手，先拿手怎么算的？我们家人口七口之多呢。多新鲜的，这七口拿你看着啊，我教给您。哎，怎么算？伸出一只手。这胡来这不行啊！1、2、3、4、5。完了，完了，完了。我说了，我们家是七口，你就到五口就完了，还差我们家两口人呢。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啊？没了七口，我们家七口，我们家七口呢。难道我已经触及到你知识的天花板了？哦，您的知识层面到这儿结束了？不是我结束，你给结束了。你这不到这儿就完了吗？七口。哎呀呀，好神奇！我这七口。那您注意啊！啊，马上就开始纠缠了。七口。注意，嗨，哎，神奇不神奇？这个什么意思？它出来一个，这个就好比是六，别忙，还有，哈，哎，这又出来了，这好比就是七，哎，你瞧，哦，这个出来是六，哦，这个出来是七，对，哦，就是回去以后再出俩，这一出来就是七了，这出来就是七，只要他出来就证明我们家是七口吗？对了，那他准能出来，哎，他准出不来，不信咱算一回，来一回，算一回，您注意，我算了啊，别着急，别忙，咱不是100块钱吗？100块钱，这100块钱我事先说好，丑话都往前说呀，哦，您丑您先说，100块钱，哎，谁丑先说呀？我是因为吃藕吃的，吃藕丑嘛啊，这个什么呀？我这个100块钱可是100块钱，给我现金好不啦？好的呀，好不好啊？啊，100块钱，好不好？现金好不好？哎，那我还算了，给我现金，我没算呢，哎，没注意啊，我给我现金是吧？对，头一口，你爸爸，哎，别着急，别着急，哎，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你跟谁聊天呢？这是，别着急啊。这个现金可是现金，给我好钱啊！你要说你坏犯坏，去给我这个残币缺七个角，我就没法花了。一张钱缺七个角？一张钱拢共是四个角。您怎么缺出来的七个角？我也不知道，反正朱若松给我的这钱。没有好钱了，你别废话。我要好钱行吗？哎，一张四个角的，哎，那不就完了？来，算了啊。这头一口你爸爸。哎。别着急，哎，别着急，啊，我也不知道谁着急呢。别着急，别忙，哎，这个好钱可是好钱，上面那个字我得认识。外国钱呐，那就面值，它不值钱了，知道吗？那字儿我也不认识，上面那中国那文字“中国人民很行”，哎，我一定要清楚。您还是个文盲，那叫中国人民银行。哎，对，就那一个没问题，啊，没问题，那我算了啊，那你算，这头一口你爸爸。哎，别着急，哎，回声越来越大了，别着急啊，这个100块钱可是100块钱啊，您有一言一块留下，你不能把它呀兑成这个，你比如说换成硬币或者拿窝头代替，这都不成，就是现金好钱，中国钱，您看可以吗？就是一张新的真钱，好钱，我把我这担心我都说出来，这没问题，行，这算了，你算吧。这人多坏，我一算他就答应，不信咱再试一回啊！您注意啊！哎，来，算，这头一口啊，哎，我就知道，你想你是算你是答应啊？算人口吗？这不，这废话，算人口别瞎答应，知道吗？没有了。我跟您说，我这人脾气不好。您脾气不好，你要再瞎答应，我一扇子，歇你不孕不育。太狠了！哎，别废话，再好好来啊！这头一口，你爸爸。
我甭管，他们答应也算。谢你小子，我没说话。接着来，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没听说过、啊。哎，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欢乐。做游戏了，没听说过。废话，你看你也看着我这表情了，我不没答应，我给咽了吗？我给咽了吗？不是有咽爸爸的吗？哎，这怎么意思？我打一嗝又翻上来了。嘿，这。没您这样的啊，嗯，咱这挂着赌注有钱的，这个好好算吧，来，好好来吧，没问题，来，得好好来啊，您注意啊，嗯，头一口，你爸爸，您各位花钱了，随便，二一口，二一口了，二一口，你妈，啊，花钱了，好。您随意，您随意，您随意，大姐这个说的真有底气啊，花钱了。还是深圳人有钱呐，这都没法抬杠、啊啊、您对、啊、您从头来，哎，这从头来，哎，这么着吧，头两口都知道是谁了，咱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台下自杀去，我反正我知道了啊，头两口接过去，打三口开始，你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大伙上眼看，做个证件，哎，做个证人，你看这不就七口了吗？对不对？这是我胡说吗？这是我胡说八道吗？不是，您是有点散光是吗？没，这是六口，七口吗？六口，七口，这出来是七，这不出来了吗？好，哎，这不出来了吗？嘿，好，您这叫往外框，知道吗？啊，别废话，就六口，到这儿结束了。你的意思，你算来算去就算到这儿啊？到这儿结束了，别着急，哦，别着急，我验证一下你算的对不对？我看你算的对不对？这还能验算一下？我也不对，我们家真是七口。哎呦，他一算到这儿，这就出不来了。到这儿结束了，呵，哎，他怎么就算到这儿就出不来了呢？对，绝对出不来。我找着原因了，你找着原因？他这人身体有残疾，利用残疾欺骗了大伙儿，至于的吗？他手上有问题，他这个人是四指儿，你知道吗？四指儿算到这儿就少出了一个，知道吗？你给我摁住，我是四指儿吗？你，别废话，我是五指儿。五指儿，妈有活人叫自己五指儿的吗？我是个正常人。正常人也不行。别废话，就这个不正常。到这儿算谁家人口？我问你，你们家呀？对了，你说算我们家人口，你想着算，算我们家人口得我算。你算啊？你算也六口？我算就是七口。那就来呀！你看他非得抢，我给你算，我给你算。他算我也能答应，行行，我给你算，开始，我算了，我一口啊，他们老两口子，哎，不对，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对，你没算爸爸呀，哎，我就是嘴欠，我这您爱说谁说谁，你都知道，蹦着说我还不知道，行，您来，他们老两口子，嗯，我妈，我哥，我嫂子，我媳妇儿。是不是出来了？是不是出来了？气候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气候？大伙儿瞧见了，是不是？哎，对对，这哪儿看出对了？这人家花钱了啊！你说的对，但是我不认同。您怎么不认同？你慢点，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大伙儿也瞧好了啊！他们老两口子，我妈、我哥、我嫂子、我媳妇儿。娘哈，就你等会儿，我琢磨，我一琢磨就琢磨出来了，我仿佛已经听到正确答案了。头一口，他们老两口子。他妈他们老两口子，他们老两口子他妈，我倒霉倒他妈身上了。王姐姐，杨老师，你回来，不要走那么远，赶紧的。怎么了？按您刚才那个理论啊，那个算法，再给我来一遍啊。瞧好了，他们老两口子，我妈。等会儿。怎么了？哎，我可算逮着你妈了。嘿这叫什么话呀？您注意啊！啊，他们老两口子这儿就有妈，嗯，你这儿又一妈，嗯，你有俩妈，对，我还有一干妈。花，人家花钱了，花钱阿姨，您怎么坐这么前排？干嘛？你怎么能有俩妈？我说了，我有干妈呀。干妈不算呀，干妈不算，说了废话，嗯，废话。哎，你们家有户口本？家家都有户口本。你爸那样是户主？对。你妈那样和你爸那关系叫配偶啊？没错，配偶。那你爸那关系叫这个是干配偶？这也太干了呀！这个、废话的，干妈不能算，不算干妈也是七口，就到六口结束了。不算干妈也是七口，你再来呀！你算，你看，哎，他们老两口子，你干妈再出来，我跟他结婚。
谢谢谢谢，没听说过。哎呀，就不算干妈，算我哥行吗？哎，你哥行，你可瞧好了，你来呀，都瞧好了，算我哥行吗？嗯，我哥，我嫂子，这是谁？你，我媳妇儿，出来了，对不对呀？对，是不是？是不是七哥？不是，这灯有点晃眼了，你晃眼了，你得再来一下，对，晃眼再来一遍啊！他们老两口子，算我哥了，我哥，我嫂子，这是谁？你，我媳妇儿。哎，我发现了，你还没回去，你媳妇儿直接出来了。嗯，两口子不见面，倒班外头浪去，是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你们家家风有点。别慌别慌别慌，我算的可能有点不对，我你不要慌，我知道我知道啊，不对，我们家是七口，怎么家能七口？这就没了，这什么意思呢？哎，怎么回事？他也是这么算的，我他也是这么算的，我也是，他也是这么算。嗯，对了，我受他影响了，是吗？这小子太坏，他给我算人口的时候就少算了我们家一口人，导致刚才我一失误，我也少算了一口人，不能够。我别让我问住了啊！您问呢？问你个哑口无言。你说呀，我还有个儿子，你算了吗？就是说，你算我儿子了吗？侯先生，先生啊，你琢磨，你琢磨，你琢磨，那不能你，我跟您一解释您就明白了，他还真有一儿子，我给忘算了。嗯，这个笑容很惬意啊，其实就是前些日子他媳妇儿刚给他生的，生下来也就这么大点吧，就跟那死耗子似的，但这他多少他是一性命啊，算他们家一口人，我这您说我要是给他算错了这无所谓，但是他这相声演员的嘴损，到后台不定怎么说，我说我六七都分不了了，这不成大傻子了，输钱无所谓，这亏我不能认下，我就跟他说我算他儿子了，哎，就按您那个套路，哈哈，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杨老师您回来。哎，好，来了。说聊什么？您刚才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我说你就你没算我儿子。哎，我算你儿子了。对，别闹啊。谁跟你闹了？惊喜来的有点突然啊！哪有惊喜？你什么时候算到我儿子？我就刚才算的你儿子。你在哪儿算到我儿子？我就在这儿算的你儿子。哎呦，你算我儿子，谁瞧见了？还谁呀？大伙都瞧见了，对不对，各位？对啊，那这就没刚才了，哎，这就没刚才了。对，这么多见证人呢。那是你算我儿子，嗯，我们家是七口。哦，你要不算我儿子，我们家就是六口。你瞧瞧，他这话说的很对啊，我算他儿子，他们家七口，我不，不是我怎么把我过继给他了？哈，这我又输钱又输人，这小子多坏。但是他，哎，但您别觉得他这刚才那主意还行。上来跟我哭穷，说他们家困难，人口多，我也来这个，我也跟他来，我也哭，我也说我们家困难，他也得问我，我就说我们家人口也多，哎，其实我们家六口人，他要问我几口，我就跟他说我们家有六，我们家有八口，他不信，他也给我算，算到第六口正合适，算到第七口，我说你还没算我儿子，刚才那便宜我就占回来了，算到第八口，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不但便宜占回来，我还再涨他一本儿，这是个好主意。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得酝酿一下情绪。有话好好说，你别乐。聊着天呢，你这咯咯一乐，多吓人呢。我这是咯咯乐吗？啊，我这不闷闷哭呢吗？说着半截话哭你也吓人呢，干嘛哭啊？ 我那意思是我们家困难。哟，你们家也困难啊？困难困难吗？你困难跟我有什么关系？挣钱去，打工啊，打工啊。应该的，不是，那就不能，你我们家困难，你得问我怎么困难呢？啊，怎么困难？我们家人口多。人口多啊，掐死了。也不拘数啊，就是多多少掐死多少，好吗？不是我下不去手，我来，我帮你。你不用，这没有帮人的。嗯，我那意思，我们家有八口人。你们家有八口？你不信？信。
信。不是，你怎么能信呢？我相信别人就是相信自己呀。不是，你不能信，你不能信。我要不信呢？废话，我其实我们家六口，现在告你八口，你不信，你得给我算，算到第六口正合适啊。算到第七口，我说你还没算我儿子，刚才那便宜我就占回来了。算到第八口，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不但占回来，我还长你一辈，就这么点事儿，你怎么就不明白？明白啊，明白。你描述的非常清晰，我明白。我也觉得我发音很准确啊，描述的清楚你也得算。您都告诉我，我还算呢？必须算。我问你，我怎么算？我怎么算？你怎么算？不明白你是怎么算的？从大往小来，嗯，一口一口来，不能俩俩往外蹦。哦，还不许俩俩的，一个一个来，一个还得从大往小，必须这样。呵，你这把后路都堵死了。来呀，我还给你算呢。头一口，等会儿啊。哎，哎。哎，开始什么毛病啊？开始 啊，好了，哎呀，头一口，嗯，我先算你爸爸。哎，各位，他说的多清楚，嗯，头一口他先算我爸爸。不是，你怎么能先算我爸爸呢？那我后算你爸爸。不是，你后也不能算我爸爸呀。那我怎么才能算你爸爸呢？不是，你怎么他也不能算我爸爸呀。我不算你爸爸，谁算你爸爸呀？哦，不是，到我这儿怎么这么吃亏呀？我怎么回事？我跟您说，这便宜谁也抄不走。怎么样？这么着，哎，我算我爸爸，你算你爸爸。对了，你妈乐意吗？我去你！下面请欣赏相声《捉放曹》，表演者靳鹤兰、朱鹤松。哎，你看又上来了，哎，啊，今天一会儿还得上来，谢谢您各位吧，感谢您。啊，刚才这是我们师哥啊，这个杨鹤龄。跟人家吴萧泽呀合作表演这个节目叫反七口，对，也是相当的优秀，说得非常的搞笑。对啦，由于今天来这些助演演员的都相当的棒。哎呀，哎，让人家得休息休息了，歇会儿，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再说一点。好多朋友刚才说了都知道他了，嗯，特别了解他。是相声为什么说得好啊？为什么呀？跟您平心而论，嗯，打小做科学艺，从小就学习这门神圣的艺术，一干很多年了。对，打小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啊。你包括好多演员为什么说得好都是如此，包括烧饼，饼哥前些日子也来过。哎，烧饼也是打小跟着我师父手底下开始学习相声。哎，那是亲传弟子，那个儿徒嘛。哎啊，儿徒嘛，嗯，打小就干，以至于说业务能力很高。当然拿我来说吧，有时候咱平心而论，咱不如人家。哎呦，这是您过分的谦逊了。这不是谦虚啊！啊，这不是谦虚，咱实话。我说的是谦逊，都一个意思啊。咱不是谦逊，就是我来说半路出家，不是打小说相声，原来是一个僧人。我在过。你在庙里待着。这什么叫半路出家呀？不是打小干。哦，这叫半路出家。对了，哦，像您这叫娃娃腿儿。我从娃娃的时候就有腿了。对，我就是娃娃没腿儿。哦，属于后天努力长出来的。形容。哦，这是形容，形容词，不是打小学相声。嗯，当然说过去也不是说正常的上学呀。哎，这个大学毕业开始从业也不是。哦，就是也没说相声，也没上学。对啊，那你是这是怎么混过来这么多年的呢？其实从小来说呀，其实我也作艺，也从事的是这种艺术类。哦，也是艺术类的。对啊，跟您呢也算半个同行。芭蕾舞吗？在不是啊。不是，咱哪会呀？咱哪会呀？啊，耍狮子都现学的，跟我是半个同行。芭蕾舞啊，哦，就是脚豆折了。嗯，不会不会啊，不是芭蕾，不是芭蕾，那就是咏春。叶问对吗？不是，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对，
也还不是耍狮子，那肯定就是广场舞喽。广场舞跟你算半个同行。探戈，咱别胡猜了行吗？啊，过去的我小时候来说啊，是个戏子。什么叫戏子呀？戏子就是老年间对我们这行业的尊称。哇哦，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哪一句呀？叫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们两个人呢。对，我就是那个戏子。老表，看着就像。别像啊，您就是一个戏曲演员。谁呀？您啊。谁呀？你给我戴着高帽子。戏曲演员往这一站，什么人呢？敢说这是个演员？演员这个词语很神圣啊。我担当不起。那您是艺术家。这模样是艺术家？对，艺术家分模样吗？哇哦，就得是这模样才能是艺术家吗？就这样才能是艺术家。他能唱戏，我不行。您也是艺术家了。我不比他玉树临风吗？嗯，我个头不比他高吗？确实是，确实形象不错，长得确实是像一个戏曲演员。哎，那我问问您是唱什么的呀？唱戏的呀。在戏曲这个行业当中啊，打小做科学艺。我的意思，您是唱什么的？唱戏的。戏曲这个领域、啊、我说你是唱什么的？唱戏的。我是听不懂，不是听不见。哪句听不懂？我给你换一种表达方式好吗？好嘞。你是唱什么的呢？我是唱戏的呢。戏曲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咱们戏曲啊，中国是戏曲的土壤太丰厚了。那是啊。是不是唱的呀？咱就这么说吧，国粹，中华烹饪。对对，烹饪，中华国粹呀、不是，烹饪是国粹，但我不是烹饪。武术，中医，凉茶。哪个跟戏曲有关系？哪跟戏曲沾边了？哦，您是戏曲类的国粹，那就得说是河北梆子了吧？你要现在有功夫，你从那个门滚出去好吗？哎，不好，从那个门回去离酒店比较远。国粹京剧呀、您是京剧是国粹？对呀，京剧哦，打小做科学艺，从小学京剧。对啊，了不得了。在我小的时候，过去在天津学习这门京剧的艺术，一学学了也是很多年，一直干到今天。在天津学习京剧的艺术？对呀。哇，怎么在天津不让唱京剧吗？太优秀了，就像在佛山吃到烤包子一样。对，天津曲艺之乡吗？各类的艺术形式它都有 在那里生根发芽。对呀，在天津爱唱这个京剧，那很厉害呀，多新鲜呢。不错啊。哎，天津那阵儿也来说也在那些大的剧场表演。哦，特别大的剧场。对对对对对。哦，有多大呀？有多大也上千人、上千人那种大剧场。哦，对吧，你就这个吧，跟着去、差不多啊，跟这个剧场差不多。你就这个舞台来说，你看得多大、这得1.8×2米。哼，我那是2米×2.2米，确实够大。得是个大床。这叫什么？你这个戏唱的很简单，两个人就能完成吧？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你这个台1.8×2米，真是在污言秽语的边缘游走。这我还搂着说呢，真的每一个毛囊都散发着淫荡。
舞台表演，你觉得舞台有一米八乘两米吗？这不是，这不就是张床吗？这不是一块板一块板这么拼出来的吗？那哪块板是一米八乘两米的呀？这一块。对，我天天就得站这个位置。对呀，这个这也就差这么，比这还得。这个、就这个这么大的剧场，就这么大的剧场唱京剧，多新鲜呐！哎呦，多新鲜呐！那了不得了。郭老师也这么大的唱，哦，咱也那阵也唱，哦，您那阵也在这么大的剧场里唱戏。对了，在天津有一个这个中国大戏院，哦、您在那儿唱戏呀？我在那儿干嘛呀？不瞒您说，我是那个剧场的头牌。哦。了不得，了不得，头牌呀，啊，就是当红，明白了，明白了，头牌嘛，扑克牌往外一扔，对，头牌，头牌，投来投去就变成爹妈仔了，啊，就真是就你这个模样啊，听我一句劝，嗯，父母有条件再要一个，为什么嘴里都是这种未经打磨的语言？就是，为什么？你这个号已经练废了。什么叫头牌呀、啊？头牌当红，在那儿是，就是特别有名气。您在中华大剧院是话事人，对我就是在那扛把子。哦，这么说我就理解了。啊、哦，理解就好啊。哦、我就在那儿，有机会、嗯，有机会到天津了，中国大戏院、哦，你可以早听早听我。怎么扫听？打听打听我。怎么扫听？推门就进去，啊、你就点我。哇、哦！你就点我38号兰兰，就是我。感谢最后一排的朋友啊！感谢最后一排啊！从东北赶过来的朋友，好，横幅拿半天了吧？放下了，放下了。哎，别回头，没人啊。嗯还往后看呢。嗯东北的往后边只有优酷哈哈、嗯、了解了吗我了解了在那里非常的厉害哎呀很厉害很了不起、哦、我上那有机会我上那找您干嘛去、啊、有机会到天津了啊、嗯，拜我为师你磕个头我教你唱戏哎呦我等不到到天津了已经怎么活不到那日子了不是不是我等已经等不到在天津到天津再拜您为师了现在就想拜了现在就想骂你了骂我以为你现在你就拜我了，大家伙当个银宝袋。不是不是，这个脏话已经忍不到回天津了。那也不行，你再忍一忍，要不优酷都得给你剪了。啊，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既然聊到了戏曲，哦，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这是一个缘分啊！这么多话题能聊到京剧这两个字，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能聊到京剧为什么因为我是从业者对呀既然聊聊咱俩在这儿我向您请教请教好不好啊哎哎这话说的跟我请教请教跪求不是咱这是探讨探讨互相探讨哎对呀老话说互相学习嘛三人行必有我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乐乎嘛不亦乐乐乎到底哪个字儿、嗯、对呀可以好不好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学习共同进步嘛聊聊戏太好了因为平时我是一个戏迷戏迷好对呀爱听戏传统这些传统的戏曲不能忘对呀我后不能丢弃后台我那个 MP3 里边都是京剧的唱段啊这个喜欢戏曲挺好、啊、就是人这个设备比较老不是我那都是老唱段呀哎呦对呀可不嘛你那里边这是20个 GB 呀、啊、内存都在里边了20个 GB 对对对就是就已经能存几出戏吧嗯这太多了、啊、都是戏曲平时我翻过来覆过去的学呀就爱听京剧呀、哦、我一听京剧真是就是这个人呐就可以说是特别喜欢、嗯、真是你这个表达能力跟正常人确实不太一样就我一听就是心里特别高兴开心就好得于您了咱今天您选一出咱跟这唱一回怎么样啊谁呀您啊我跟这儿选啊唱没有问题但不能我选戏不要胆怯大声地说出来不是咱胆怯做一个真男人、
是男人就在深圳唱此戏。但问题是什么呀？我是谁呀？我是艺术家，中国大戏院头牌当红38号兰兰。我这么大的兰兰，我会的太多了，我光京剧我会10000出了，我保不齐的，我说一出你没听过，你后台一会儿你死了你怎么办？那个京剧有10000出吗？你看，哎，倒霉妹，有10000出，你不知道，那是你孤陋寡人呢。寡闻。咱会的多呀，光京剧会10001出了，怎么又多一出啊？想一出是一出。那保不齐的，我挑一出，你大门你都摸不着啊。那您什么意思呀？你挑，那我可不文明了。你甭客气，在您面前挑戏可不礼貌了。好家伙，上一场就没礼貌。那咱唱一出《捉放曹》怎么样啊？嗯，太好了，好不好？懂戏啊，咱分一分角色。不用分。怎么着？都你的。不要，我不要。你不要，不要就不要吧，不要还不给了呢。咱们得分一分角色，哎，你也得参与进来呀。哦，我也有参与性。对呀，卖陪您一个正角。我来谁？您来一个大花脸曹操。曹操？对呀。小曹吗？哎，小曹我知道，认识。认识是吧？字孟德。对对对。小妹儿吗？啊，我来一个陈宫。陈宫？陈宫。陈宫好。陈宫也不错，这我也知道，你来他。哎，好，您在后赶一个小花脸王顺怎么样？可以，好吗？你来不了的都给我。哇哦，我都能胜任啊！真是一个多面手，我都能来。好，我都没问题。角色分完了啊，您受累跟我往后搭的桌子行吗？谁呀？您啊？干嘛？搭的桌子？呸！哦，为何喷了我一口？我跟你搭桌子？我谁呀？我艺术家。我中国大戏院头牌当红38号，我这么大的兰兰子，我跟你搭桌子？我这么大的球，我跟你搭桌子？扫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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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儿不是我自己搬？这么重的桌子自己就拿起，真的是好 man 哦！真往这儿，这劲棒的桌。哇，好厉害！我再去拿一把椅子。你敢？我去拿好吗？你敢走？敢走？腿给你打折了。我没动。别动，站死在这儿啊！好好好好好，来，您去拿。我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男人啊！快拿一把那个舒适的沙发上来，对，那个小 sofa。这个东西咱都准备齐了，你把它倒过来呀。东西都准备齐了，咱们现在可以开始做戏了。倒过来，倒过来吧，来吧，这边这边。你有废话的功夫，你就给我弄。这，哎呀，这对了嘛，真是。还行吗？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嘛，人人都是小能手。桌子前面为前场，桌子后边为后场，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等会儿啊，这是哪？前场。这是前场。这儿呢？后场。这边后场。那边呢？上场门。那边呢？下场门。这儿呢？前场。这儿。后场。这儿。上场门。那下场门。这儿。前场。这儿。后场。这儿。上场门。下场。这儿。后场。这儿。上场门。下场门。后场。前场。下场门。上场。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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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就像一条疯了的犬。你要说疯狗我也听得懂。咱们现在可以跪后台做戏了吗？怕迷路了。哎呀，可以做戏了吗？可以做戏了。做戏好吗？太好了，哎，终于能唱戏。好好好，太开心了。恩腾，真的好安静啊。
你倒是打家伙呀！我打家伙？打家伙太愚蠢了。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这你的傻不是装出来的。打小罗啊，你告小罗不就完了吗？小罗啊，恩腾，小罗，小罗，小罗都来了。你没看我都没往前走吗？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样。瞧你给猜透了，真是得小罗的声音。小罗不大得吗？我知道。恩腾，大得。官居县令于立民判断冤情，头戴乌纱双翅飘，黎民百姓乐逍遥。虽然七品烂官小，一片丹心抱憾呐朝。大雷下官，大雷姓陈，大雷名公，大雷字公台，大雷干嘛呢？打起来没完了。那我哪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是一战呢？我一坐下就不要再打了。我坐下就不打了？太对了，大雷为何还要想起小罗？没坐下呀，真是一个严谨的男人。下官姓陈，名公，字公台，官居中牟县镇堂。昨夜晚东老太师有公文到来，命我化影图形捉拿刺客曹操，为此命王顺人等四门查看，天到值班时分不见回魂。左右我应该啊。我是左是右啊？右。我是右。左右右伺候了。大雷左右右伺候了。大雷左右右伺候了。又伺候了，咋得？你伺候我呀？在这儿伺候你，有点不礼貌了啊！我骗你们各位了。你等你去，你等你个你。行。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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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不让我伺候你吗？那你也不能亲吻我的右脚啊！我疯了我！太过分，太变态！我以为给你做一个全身死胖呢。不是，我这小花脸王顺该上了。他上了不就完了吗？你这么多废话。左右伺候了。别小花脸呀、啊！哎嗨，左右右伺候了。哎嗨，抬抬令停抬。哎嗨，抬抬令停抬。哎嗨，您跑这喊山来了？谁喊山来了？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啊。有句词儿吗？对呀、啊，那个捉拿曹操是。禀告太爷知，参见太爷啊！罢了，谁见谁呀、啊？哦，参见太爷，罢了，罢了就罢了。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本县喜从何来呀？进荷兰诸葛荣的专场都开到深圳来了。7月8号就去南通了。那还真是一件大喜事啊。你看开心吧。是这个事吗？什么事啊？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哦，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有何为证？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曹操太冤了，这就是证据。哦，有扇子为证。宝剑。你见过宝剑吗？这破玩意儿，宝剑，这就是宝剑，这就是宝剑，这就是宝剑。你真能做戏，宝剑，你这，哎，好、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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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嘘，别做戏多真，死还得瞑目啊。作笔成样，它是一把宝剑。啊，这作笔成。有宝剑为证，趁上来，呜呼，宝剑烫手啊！我见着曹操的宝剑，我害怕。你看看宝，看见个宝剑他害怕，你琢磨着，这有什么吓人的？这个宝剑日哭下边领赏，谢太爷吧。左右，右，右，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禀太爷，怎么着？曹操没来。捉放曹操没有来，滑天下之大吉呀、啊！曹操不是在哪儿呢？捉放曹里边没有曹操，不正常吗？老婆饼里也没老婆呀！你这说这话。老婆饼里可以没有老婆，捉放曹里边必须得有曹操。我、必须有曹操。刚才不卖给您正角曹操吗？把这事忘了，对不对呀、啊？该我了是吧？将刺客曹操押上他来。哎嗨，大花脸了。大花脸，将刺客曹操押上他来。大嗨，大花脸就大哎嗨呀、啊。大花脸吗？小花脸哎嗨，大花脸大哎嗨。往上往起来，我就这样就行了。对，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来，大扛起来，起框一框，一起来框。来，大扛起来，起框一框，一起来框。来，大扛起来，起框一框，一起来框。去也。回来！你是拿我当瞎子吗？看见我了吗？曹操唱啊！唱了，曹操该唱了。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读，是曹操唱，不是唱曹操。喂，我真的啊，我出道这么多年，我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啊，没完没了是吗？我给你唱的也不乐意了是吗？没这么欺负人的吧？我发现你有点太不拿我当回事了。我好歹是个大学，我是个艺术家，我中国大选头牌当红，我多少的信徒你看见了吗？那为什么突然这么暴躁了呢？你难道你有甲亢吗？废话，我唱完了哦，你还不满意？对呀、啊，你干嘛？凭什么不满意啊？半天你干什么了？因为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不对、哦，我还不唱了呢。哦，打刚才桌子我搬的，椅子我拿的。对呀、啊，我一会儿又左右了，我一会儿又这个王顺了，我这一会儿又曹操，又小花脸了，大花脸了。你倒好、嗯，我搬把椅子往这一坐，你往上那么一坐，你往这坐台来了。不是，这不是你等着上班呢是吗？在这会儿，这角色需要。角色需要。对呀、啊，现在你来曹操，我来不了曹操，我来成功。我长得不像曹操，你太像了，我不像，看着你就像曹操，我真的不像。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这活谁不会呀？往这一坐，真是的。老爷，大看见来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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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泪矿一退泪矿，正谈如虎穴，多灾必有祸。有水之中某些莫子如忘落怒重重某且把大大滴水压过，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哼，将四个曹操压上他来。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将四个曹操押上堂来。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将四个曹操押上堂来。你看我呀。啊、我不来了吗？来了。哦，你是曹操？对呀、啊。你坐吗？我不坐。你要不坐，我就坐了。问我呀，堂下站的可是刺客曹操？问我呀。这都不用问了，你都给你。我要你问我。我知道是你，你都过来了。问我。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既知我命，何必多问？我有病啊！是不？我哦，我说我不问了。我知道是你，我说我不问。问我，我让你问。哦，问了。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既知我命，何必多问？玩呢？那你也得问是不是我呀？我确认，我就得确认一下。见了本仙，因何不跪呀？对呀、啊，见了本仙，因何不跪？呀呀，呸！我操！呸呸呸呸！啐谁呢？在这？我曹操自吃屎以来，这曹操吃屎，你听见？嘴多壮、啊、出事出事上口吗？这不是你张口咪？我曹操自吃屎以来绝对是吃屎，要不他胖的养分好啊。我曹操自出事以来呀、啊、上跪天子，下跪妻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知县？你得怎讲？岂肯跪你这小小的知县？当真不跪？当真不跪？果然不跪？果然不跪？哇呀呀呀呀呀呀！我给你跪下，不上了。下面请欣赏相声《对春联》，表演者李鹤彪、庄子健。谢谢，谢谢。哎，谢谢深圳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你到哪儿都有父老乡亲。今天是张鹤伦、郎鹤炎的个人专场啊。作为我们哥俩呢，来给人家祝。表哥，哭错坟了。这么年轻，可惜了这岁数哎。这不，就是好好嗨，这么年轻就开专场了。咱是来助演来了，不是来上坟来了，知道吗？
不是净助演了啊啊，给他助演，给这个助演，那个助演，你瞧多乱吧啊，都忘了给谁助演了啊啊！我相信有一天，嗯，我李和彪也会在这儿开个人专场的，到时候我给你助演，到时候我给你上分，别听说好好的啊，真的。当然了，嗯，能听得出来，嗯，有大部分的观众呢，嗯，都认识我们，哎，绝大部分啊，当然了，也有对我们不太了解的朋友，都有，没关系，嗯，上到台来呢，简简单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熟悉熟悉，啊，我是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嗯嗯，我叫，你先等会儿。就你这张脸，你到哪个地儿坐公交你都不用花钱，你知道吗？你还小学生呢，你大伙儿瞧这模样。你包贝我模样干什么呀？你长着个退休校长的脸，你这玩意儿你小学生胡说八道吧。你岁数大管个六啊，你岁数再大，在衣食父母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妈妈，哎呦，你看我这妈妈多多，这都是我的妈妈粉儿。我是你的酸辣粉儿。什么玩意儿？恕我直言啊，你比你父母显老。敬这个，敬这个。好，咱好好说啊。我是从业务水平上来说，嗯，从相声的角度，嗯，年轻的演员，这么说是对的。我叫李和彪，感谢各位。嗯，还挺谦虚，谢谢。嗯，旁边这位啊，不用我多介绍，嗯，大伙儿也不认识。对，说了等于没说啊，那就更得介绍一下啊。那您好好说说，姓庄，嗯，叫庄子健。哎，是我啊，谢谢。作为我们哥俩给进珠二位老师呢助演，嗯，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哎，我们很开心嘛。您凡是啊啊能开个人专场的，嗯，都是响当当的小角了。啊，那是够一定水平了，小角嘛。啊，嗯，响当当的小角。小角比大角好冲啊，砸马桶当当的。没听说过。啊，确实，啊，有一定的水平了。是啊，嗯，要想说好相声，嗯，跟什么有关系？我师父郭老师啊，我师父郭君德纲先生曾经说过，谄媚的样子，说什么呀？不是，你说到师父这儿，你得客气一点啊，这表示尊重。对，怎么说的呀？徒不言师，子不言父。嗯，啊，说到师父这儿，得表示尊重。郭君德纲先生，啊，跟你师父搁炕上了，这是。你师父没那么高，人都看过。啊，有一句添一句，郭老师曾经说过，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呀？寿命。这啥？寿命。谁把谁熬死，谁就是艺术家。你师父怎么火的呀？那是因为他把你师爷送走了。你赶紧死去你！那郭老师不是这么说的。那郭老师怎么说的呀？说演员拼到最后，嗯，拼的是文化。这话谁说的？郭老师说的呀。你喝了蛤蟆尿了你啊？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对，这话是郭老师说的。对，你新来的呀？这一脸清澈的单纯。啊，当然了。这话说回来了啊，嗯，郭老师当然是这个文凭啊不高，大伙儿都了解，嗯，初二肄业，你看啊，毕都没毕了，对，你包括他儿子郭麒麟，嗯，也是初二，你瞧瞧，啊，所以大伙儿都说呢，嗯，老郭家俩坎儿，哪俩坎儿啊？一个初二，嗯，一个一米七，嗯，你是那郭君德纲，这高不了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嗯。有文凭未必有文化，有文化未必有文凭。这话我要听懂，我都是寡妇。就是有文化的未必有文凭啊，这有文凭的未必有文化。
哦，这是个辩证的看法。对，啊啊啊啊！当然了，嗯，德云社后台，嗯啊，就这帮流氓们，这帮盲流们，啊，咱别说实话啊，有文化的确实不多，哎，这寥寥无几。哎，真有文化的是谁呀、啊？谁呀、啊？往这儿瞧，我，他呀。我比他们强点呗、啊、真的他是真有文化、啊、这你别谦虚，为啥还你不用谦虚，你大点声你不用瞪着胡子过马路啊，这叫谦虚，俏皮话。哎，我比他们反正强点有限呗，确实是啊啊啊，你看有不明白的不懂的，嗯，尤其年轻的演员，嗯，都问他。哎，我倒还行，我知道我都告诉人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他有不明白的、嗯、不懂的，他问谁呀、啊、问谁呀、啊、问我。嗯，感情夸了半天不是夸我，这看不出来吗？看出什么了？看不出来吗？不，看出什么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嗯、我这个文人。嗯，你先等会儿啊，哪文人站在台上我是个文人，你是个文人，我就告诉你我是个文人。那你为什么要打记者呢？回答我们的问题，李国勇先生。李国勇是他的本名啊，他到人家局子里做口供写的就是李国勇。庄子健，我这么大岁数了，你接我短儿，你这样礼貌吗？我不礼貌啊。还理直气壮，还不礼貌啊？你怎么还不礼貌呢？我没素质。你哪儿啊？你就是个文人了。你长了个川菜的脸，你告诉我你是文人？你看我脸型干什么呀？你看我川字纹干什么呀？这不像个文人，都是能看出来。文人卦象啊，脑门上攒着字儿啊，我是个文人。脑门还窄点。废话。你文人，你平时你就说你干嘛吧。干嘛？嗯，我的学问啊，嗯，四个字可以总结，吟诗作对，啊，这是文人该干的，这是正经的。哎，嗯，尤其是吟诗，嗯，我写了那些个吟诗，就是开始胡沁了。哎哎哎，写吟诗这不能说，不能提，为什么不能提啊？这舞台上那么些人，吟诗吟诗好听吧？吟诗怎么了？不能提，还怎么？就吟诗，吟诗怎么了？叫人家哪个吟？哪个？你说哪个吟？你说哪个吟？吟吗？哪个吟？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马赛克。我告诉你，这个三点水是不对的。你有病吧你？你说对的，对，一个口子边，啊，这边一个令牌的令，少一点儿。大哥，这字是不是念今天的今呀、啊？是吗？哎，你问谁呢？可不就是吗？是，当然是了，还当然是了，当然是撞墙上了、哎。一个口子边，这边一个今天的今啊，吟唱的吟。对，当朗诵讲啊。哦，哎，不是有作品吗？拿嘴说，谁都会说。当然有了啊，当然有了啊，裤衩着火，当然有了。哪文人台上裤衩着火呀？还当然。哎，你说一我们听听。就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写了一首诗。哦，还有作品？对。那您来了，我们学一学习。你那意思让我在这儿朗诵一下啊？可以。我们也没赶上您年轻的时候。好。反正赶上您上法制进行时了。啊？有完吗？还有完吗？不是历史的足迹。您说您年轻的事儿。我说写诗没。严肃认真啊，把我的大作，别说大作了，我的拙作，我在这儿朗读一下。他还谦虚上啊，希望大伙多多指正，啊。啊！你缺钙呀、啊？是怎么着？你前列腺了呀？你啊什么呀？你好好念，抒情啊，抒发感情。哎，朗诵诗的不都这样吗？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手里边拿一大本子，往这一站。啊，
深圳的天儿真热呀。甭废话，抒情它不是一惊一乍的，知道吗？你得好好的。哦，别一惊一乍。别一惊一乍的。啊！我觉得你该吃点香蕉了。吃香蕉干什么？怎么听那么干燥啊？你问你温柔点儿，抒你懂什么叫抒情吗？你看刚才我抒情，他嫌我一惊一乍。你温柔点，婉转点，你好好的。啊，可以吗？行。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又是一片海蓝蓝。澎湖湾呐，澎湖湾，你姥姥的澎湖湾。我看谁鼓掌呢？你姥姥的澎湖湾，怎么急了？废话，那是姥姥的澎湖湾吗？那是外婆的澎湖湾。外婆不姥姥吗？外，你这倒没毛病。嗯，这不是你写的，这不校园民谣吗？这不什么校园民谣？你们吃假狗粮了是不是？这个表情表示鄙视你。你哪那么多说的呀？这是我写的诗，明白吗？哦，这是您写的。我年轻的时候写的诗。哇、哦，还够低调的。哎，哦、他们觉得，哎呦，这诗好啊，谱上曲子给我唱出来了。哦，这是我的大作呀。那我不知道，我这没赶上吧？哎，当然了，吟诗不拿手。拿手的是作对呀、啊。还是没改了，是不是？什么没改了啊？作对不找茬跟人干仗吗？我干什么仗？作对联。你还会作对联？对了，无时无刻不作对联。怎么还无时无刻做？走到哪儿做到哪儿。这不刚来的时候就在这剧场门口，大老远，来一哥们儿，年轻小伙子，跑着来的啊，跑到我近前，可能大老远看出我有学问来了。能看出来啊？跑到我近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当时给我出了一对子上联，什么情况？咱都没犹豫，回首对对下联。哦，跑着来的。对，跑着来满头大汗，跑到我近前擦擦汗。厕所在哪儿？拐弯就是。给他补一个横批，快跑，快跑。嗯、你也溜达溜达吧你。我溜达什么呀？这不问路的吗？这不问路啊。问路都得以对子的形式来回答他。不是你懂什么叫对联吗？对联规矩你明白吗？你了解吗？规矩啊，这有什么了？上联一个字，下联一个字啊，上联五个字，下联五个字，上联七个字，下联七个字啊，上联一万四，下联一万四。你们家过年门上贴报纸没有这么些，还一万四了。咱就说对字对字，他得对账。您说的这是格式内容上的规矩，你懂吗？当然懂了啊，当然懂了啊。内容规天对地，对吧？你看大伙都了解。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我不等你们了啊！我太憋得慌了。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机器猫对维尼熊。这要没要过饭，这板槽都拍不了这么瓷实。啊，也甭废话啊！这是内容的规矩吧？这小孩会背这个没用，说活词能对吗？来呀、啊，我上联给你出一个字儿，我给你对一个字儿，出俩字儿，给你对一双。听我这上联，来，上联有个上，上上对下呀，上对下，高对低，左对右，这是方位名词啊。上对下，上对下啊，天对地，雨对风，大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机器猫对维尼熊。
耶。哎，谢谢谢谢。你说深圳这么发达的城市，你们就来听这个？这可记得还有人叫好。嗯，别着急，还有呢。来啊，盐。嗯，盐对醋。盐怎么对醋啊？盐咸醋酸五味调和，盐对醋，盐又对酱，那完了。盐是咸的，酱也是咸的，盐对味精也不像话。盐对醋，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南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机器猫对维尼熊。耶耶！谢谢这位文豪提醒我。我这嘴里可能装着开关的。哎，好，好对歹，好怎么对歹呀？好歹咸鱼，这是成语。好对坏，完了大白话。哦，好歹对歹。哎，好对歹，雨对风。行了，行了，行了。我，别拍了啊！我告诉你们啊，35我们得下去，现在29了。咱别火啊！我真没看见，我跟你废话，我这儿一直盯着呢。哦，给赶紧的，快点，快点。咱别喧宾夺主，一般这种情况罚钱就罚豆根的。你快点吧，赶紧入伙吧。天对什么来着？天对地，鱼对天对地。是是对炮。你支持我拨炮，你跳马我出军。行行行，我这上联五个字连起来是上天演好事。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这叫什么？这叫灶王对啊。我4岁就会对这个。哎，每家都有灶王爷，上联上天演好事，下联回宫降吉祥，横批一家之主，中间是灶王爷。旁边灶王奶奶，底下灶王宝宝，旁边灶王二胎。那灶王爷一家长成这个样也够闹心的。灶王三胎在肚子里呢。还有吗？没了。着急吗？着急。你都怀了三胎了你还着急呢？我这是上天演好事。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啊、你不是那么对的。我说上的时候你对的是回宫降吉祥。我说上的时候回宫降吉祥。我刚说一上你就回宫降吉祥了？就回宫降吉祥，怎么着你弄死我？老朱是个巨匠，你是个匠种，知道吗？我说上这个字儿的时候你对的什么？下天地盐醋好歹是炮。我上天演好事，我下地醋歹炮。对，一下地醋给炮就逮住了。不是人话，对不上、嗯、对不上啊，对不上怨你。你看你对不上你怨我。你废话，上天演好事你不一块说，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你说一个上我就知道回宫降吉祥了。你这打灯谜破闷儿我猜着了。那应该呢？往多了说呀。往多了说。对呀、啊、行，你最少组织个词语吧。词语也行。当然了，听着啊、嗯、上联是琴瑟琵琶。琴瑟琵琶什么意思？你文人你不知道琴瑟琵琶什么意思？不是，你这是四个乐器。嗯，这四个字有特点。什么特点？每个字的上半部分都一样。琴瑟琵琶每个字上半部分都是两个王，一共加起来是8个王。哦，琴瑟琵琶。琴瑟琵琶，对，8个王。我比划。来，对，走，听下联。下联，下联跟你对魑魅魍魉。啊，能对上吗？啊，能对上吗？当然能对上了啊，当然能对上。你那八个王，对，魑魅魍魉这四个字都是鬼字旁。哦，哎，四个小鬼儿，还真是啊。哎，别着急啊。我是个文人，是了。刚才拍一下就想说，让他给逮回去了。没这句你得死，我还能加字儿，我还能添字儿。你听着，嗯，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我给你对，
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在旁。较劲。我还能在家了，我还能在天。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弹出五音六律。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在旁，打出二五八万。你等会儿，打出二五八万，对，你胡什么呀？我胡十三幺，我，哎，什么？这赢的更多。对了，哎，做大牌。这我跟你说啊，我这儿有一副绝对儿。什么叫绝对儿？光有上联没有下联。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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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此言差矣。你要死呀你！子曰：“苏东坡说，天下无语不成对儿。”等会儿，没有绝对。子曰：“苏东坡说，到底谁说的这话？”你开什么震动啊？就子曰：“苏东坡说的对。”甭那么些废话啊，听我这绝对的上联啊，来，我这上联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我给你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溜达溜达，什么玩意儿？绕口令是不是？废话，你那不绕口令吗？我这不是绕口令，我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的事儿？哎，你给说说。我妈这人啊，爱吃螃蟹。哦，大嫂子爱吃螃蟹。好吧。我妈，你叫大嫂子呀？叫什么呀？弟妹呀。哦，对，那叫弟妹是。我也混蛋，大侄子。我甭废话，大婶子。啊，行，甭管叫什么，就说你妈吧。我妈爱吃螃蟹。头些日子呀，给我妈买了二斤螃蟹。哎，老太太吃完呀，没够吃，这叫吃蟹不足。那吃蟹足呢？你看旁边还有这螃蟹腿啊，螃蟹腿就是蟹足啊。吃蟹足。吃足仍不足，吃完这螃蟹腿还是不够吃的，这就叫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吃足仍不足，憋死你！不废话，来，对，走。他妈也是个馋娘们儿，你知道？螃蟹腿都给刻了。听下联，你来。下联是：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这都是人话吗？对得上吗？当然对得上了。我听听你这内容。我这个啊，这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去康熙草原骑马去了啊。他们骑马呢，我人胆小。您呢？我骑个小一点的吧。什么呀？骑驴。啊，骑驴。哎，没成想啊，这个驴啊太瘦了。嗯。骑在这个驴背上啊，摸我这个臀部，也就说摸我这个腚。这叫骑驴磨腚。骑驴腚呢？我想往后吞吞。骑在驴屁股上不就没事了吗？哎，这叫骑驴腚。骑腚还磨腚。没成想啊，骑在驴屁股上还摸我这个屁股。这叫骑腚还磨腚。连一块就是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啊还磨腚。去你了吧！下面请欣赏相声《近朱之战》，表演者靳鹤兰、朱鹤松。哎，谢谢您啊，谢谢啊，这演出也快接近尾声了，还有好多朋友还驻守在咱们剧场听相声。这个深圳的演出啊，开场好像比较晚。哎。8点钟开场，晚半个小时。对，之前好多地方一般都7点半就开始演出了，哎，到现在都10点半了，你们都不困吗？哦，都没家的状态哈。一个夜生活这么旺盛的城市，竟然10点半就困了。我怕他们都困了。这个时间正是兴奋的状态啊，反正再坚持一会儿，咱争取啊11点多钟啊，咱就结束了。啊。12点，好好好，12点也可以啊。12点，你们在这儿，我们走，啊。不是，这不是钱的问题啊，剧场人家有规定，不能演太晚。对，又有时演太晚的话呢，剧场经理就生气了，一生气容易把这个剧场炸了啊。谢谢您吧，感谢您啊，德云社的2个年轻相声演员。哎，我叫靳鹤兰，
这是我搭档朱鹤松、嗯、啊。专场演出三个节目，到不到的大伙儿多多担待着听。哎，其实您看我们哥俩啊，能力上可能一般，嗯，但是来说吧，可能是默契程度，我觉得在这个今天这个整个阵容当中，绝对是最好的。你像我们穿了三个身大褂，颜色都一样。前面有好多演员合作时间并没有多久，对，有好多的合作了刚两三年、三五年，还在磨合期。对。还在这个初恋的阶段啊，我们这是七年之痒都过了，嗯，我们哥俩到现在合作了正经来说11年，哎，十来年来说也是不容易，十多年了，嗯，挺难。你乐什么呀？合作十多年他在这儿乐乐乐的。合作了十多年呢，其实风风雨雨走过来挺不容易。确实是，是这话吧？哎，还真是这样。对，从刚开始那阵儿，2013年那阵儿，我们那阵儿就是看在一块儿合作。哎，其实你说十年走过来挺难的啊，挺难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能有好多个十年。啊、这会儿他倒谦虚上了，这代表的意义不同。哎，老话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说的什么呀？十年磨一剑，哎，百年抢菜刀。啊，就说我们哥俩这关系，你觉得这两句能放在一起说吗？我就有这么歌，英文歌还是这么唱的吗？怎么唱的呀？磨剪子嘞，抢菜刀，哇，这么唱的吗？这是一个北方即将消失的行业吧？不是，我就有这么句话，怎么说呀？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啊。显你显卑，就你知道？对呀、啊，就你知道，你我不了解。你知道？你说呀，唐诗，对吗？对吗？对对，出自《唐诗三百首》。首，《唐诗三百首》，谁的诗我都知道。谁呀？这是清代诗人，嗯，郑板桥的诗。对吗？唐诗三百首，唐板桥的诗，郑板桥，唐代诗人郑板桥的诗，唐代诗人贾岛的诗。那我的郑板桥去哪儿了？他说的是难得糊涂。我说的不是这句啊。对呀，这是贾岛的剑客嘛。还知道剑客。十年磨一剑，用十年的时间去磨砺这把宝剑、嗯、而他没有用武之地。磨了十年，嗯，没有用，磨大发劲儿了。但是早晚有用武之处。对呀，对吧，就是越磨越锋利，永远保持最锋利的状态。哎，就拿咱哥俩来说啊，十年磨一剑，你觉得咱哥俩谁剑、嗯、谁是那把剑？那这不用问，肯定你是那把剑啊。我不尽然啊，你是剑，借那个那把剑，我不是，我只是你的磨刀石。哇、wow ！您琢磨呀，一块合作呀，嗯，您在舞台上越来越耀眼了，您这把剑是越来越锋利，而我这个磨刀石是千疮百孔。你也有点言过其实了。第一，我没有那么锋利；第二，你也并没有千疮百孔。这是一个修辞手法啊，这叫夸张，就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是我越来越锋利，您千疮，并不是这样啊，没有吗？咱们哥俩这十多年走过来，收获的东西是一样的呀，收获了那么多，你都忘了吗？十多年了，咱哥俩收获什么了？十多年前，咱们刚到德云社学艺的时候、嗯，在北京小剧场，夏天的时候，这屋里坐200多个观众啊，嗯、就四个角，就是电扇在吹，那屋里都是人肉的味道啊。
可不都跟人棍似的。对呀，那阵我们都在人肉你。就这么想了解我？就是真屋里巨热，是热。咱哥俩在台上说相声那阵，四脖子汗流，可不不加上那个包袱也抖不响，心里更紧张，那出的汗就像小水龙头一样突突的。是是是，十多年走过来了。哎，到今天了，到今天咱们来到深圳了。咱们收获了这么凉爽的剧场。咱们没有进步吗？咱们没有收获吗？咱们再也不出汗了。就是空调给的越来越足了。对呀，这说明了咱们硬件设施确实非常的厉害。哇，严肃了。跟咱哥俩有什么关系？那这起码很凉爽，让咱们上这儿来了。北京的小剧场也很凉爽了，证明他们终于舍得安空调了。咱俩对这10年的感悟不一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啊。十几年前，你站在我的旁边，规规矩矩给我捧哏。你为什么老想聊这个话题？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好介意？一根刺儿啊，扎在我心里边。我要今天我要给你这根刺儿拔掉。那咱就得聊透了它。好，聊吧。十几年前站在我旁边，规规矩矩给我捧哏。十几年后的今天，你站在我旁边。咄咄逼人，张扬个性，抢戏呀、啊！把我逗哏的台词你都给我抢走了，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无是处，是不是这个样子？不能这么说吧？大伙儿都看你了啊！现在谁看我呀？我看你呀！那过个屁用！天天等来这么多人都知道朱鹤松好了，谁还认识靳鹤兰呢？不能这么讲话呀，你看这不都了解你吗？你的心态已经扭曲了。都知道38号蓝了，那是什么？这是个好词儿吗？头牌档，你们在什么工作地方能听见这种词儿？对吗？一出去你一听38号蓝了，谁喊我靳鹤兰？没有，我知道你。你喊你巨匠，我明白。松松，我明白您这意思。猪猪、都是这个。我明白您这意思。哎，谢谢。您就说我在台上说话多，表达的比较多，是这意思吗？这是用我说吗？觉得我三场了，朋友们。啊、三场了，我都忘了我是个逗哏的了。不是，我不是善意。那三对你看看逗哏演员多少话，捧哏演员是什么状态？你再看看你。不是，我平时啊喜欢博览群书，我学习的知识比较多，然后一来到深圳演出呢、哦、我的心里又这么激动，面对家乡父老难免多谈几句嘛。有时难免言多语失，心里有点不舒服了。贺兰小气喽。小气喽。哎，你看看人家这话说的，到这我来我小气了。嗯，知道的多，想展示展示。咱们就是是别管谁说，逗乐观众，这不是服务目的吗？是，你又承认了。对，哎，好，不要再说了。知道的多。嗯，那我想请教您点问题了。说吧，咱哥俩这个关系随便说，说深了说浅了无所谓。说破无毒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就当跟您啊学习了。快说，有很多的古代的人我不大了解啊。过去有这么一个人，他杀死了胡亥，腰斩了李斯，这个人是谁呀、啊？赵高啊！啊，你还真知道有指鹿为马的赵高啊！哟、哦，真厉害、啊！哎，知道的还真不少。小百度啊！还有这么一个人啊，假传圣旨，责问群臣，这是谁？这是个刘瑾呐、啊，这也知道。小搜狗，
是，确实搜你就得搜狗。对呀、啊。还有这么一位啊，杀死了张皇后，冷待了李隆基，最后拥戴了唐代宗，这又是谁？李辅国呀。还有一位，九千岁当于满朝廷，这又是谁？九千岁一出来，魏忠贤呢？都认识，我知道，都了解。小哔哩哔哩呀。你真是哔哩哔哩没有哩呀、啊！啊，优酷录像，你聊什么哔哩哔哩呀？你太不拿优酷当回事儿了。不好意思，我重来一遍啊。再录一遍。再来。没有想到你还都认识。小优酷啊。优酷，我爱优酷，都录下来啊，都录下来、啊、随便回去嚼啊，回去捡，都了解啊。哎，就咱就聊这四个人物啊，这四个人有什么共同点？这共同点都是太监。还有什么共同点？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有被凌迟的，有被刺杀的，有被吊死的，都是死太监。这都是不得好死的。对呀、啊、还有什么特点？都是你的祖先、哎、都是你祖先、嗯、说着说着他急了，这我祖先，我的身世就是个谜、嗯、我身世用英语来说叫 discovery、嗯、哇哦，还会英语。不会英语还没看过电视吗？你看我的说的对不对啊？您讲一讲对他们的看法。这四个人啊，首先是太监，第二不得好死，还有共同特点什么呀？都摆不清自己的位置。总想着喧宾夺主，就想抢那个主角的光环。哎，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像咱们德云社的某些捧哏演员？你是在影射周九良吗？没说别人，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你，就这捧哏演员，我知道的多。哎呀，难免想多说一点儿，言多语失啦，不要生气啦，贺兰呐，就这路的捧哏，就这路太监，都不得好死。真的，阿进不用设计出来一个这么有文化型、内涵型的包袱来影射我。要是难过，直接骂我吧。骂你，骂你就应该的。干嘛呀？这些年在台上就这么欺负人呢？啊，两个人表演，人都知道舞台上演出，逗哏的、捧哏的，卖的不是逗哏的吗？对呀、啊，怎么就这么显你呢？就这不写着呢吗？这不写着呢吗？还怎么了？这不写着吗？永庆安澜。那是我那个蓝吗？哦，不是这个蓝。再说永庆安澜是重点吗？重点来了，深圳站。这么你舞台上别老这么欺负人，对吧？你弄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往后台一站，抬不起头来，捧哏的天天瞧不起我，得谁跟我合作都想压我一头，逗哏的瞧了不上我，觉得我是逗哏界的败笔。这叫什么话呀？谁说的？我找他去说你是败笔。那我应该呢？败类。我踹死你！我一会儿。哇，好暴力的男人。谁都这么说我。嗯，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放？对吧？你好歹我，咱不敢说是世家，家里有从业者吧？哦，家里有从业者。对呀。那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呀？数控机床。跟这个行业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我说我父亲干这个的了。哦，你的女儿是从事？我女儿上学呢。哦，一家子没有跟相声有关系的了。
我爷爷是从业者。你爷爷小的时候曾在这里玩耍。真是节奏太松散了，怎么又前门青丝大碗茶了？我爷爷过去就是说相声的，而且也是逗哏的。哦，对吧？当然了，人过去了咱不提了，咱不提他了。另外来说，我们家那些祖先祖宗们我都对不起。你见过他们吗？我们家也有那个牌位，有家谱。哦，有家谱。你把它烧了呀？凭什么？凭什么？你不，我们这一家的过去，老进见的都是能人异士，哪个朝代出来的都是大能人。哎呀，到我这儿了，让我把这一家的光辉东西全败类了。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嘛，弄那些牌位有什么用？都踹碎了吧。你们家怎么不踹碎了呢？因为我那是亲祖先呢。那我们家也不是后的呀。不用不用祭奠他们了，他们已经都投胎转世去了。你管得着管不着啊？啊，对吗？你就对不起我那些祖宗们，咱远了甭提，对吧？你就说随便说出来一个都是有名气的。那您要这么说，提往上倒的话，我能站在这里给你捧哏、真是令你三生有幸，幸福美满，满面春光，光明大道啊。赶紧往这儿蹭，赐予接龙来了。你们家有名人吗？哎呦，你就说我们家随便说一个，明朝的监察御史，你看那个官位，监察御史晋义，我们老祖先。哦，监察御史职位多高啊？哦，官职监察御史。那要提到明朝，我有一位老祖先不太知名啊。谁呀？谁呀？朱元璋。干嘛的？当过皇上啊。朱元璋起于草根，他有个外号你不知道吗？叫什么呀？小廖凡。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别说别人，哦，家里有一个皇上。哎，也就有一个皇上。给祖先丢人呐。元朝我们也有啊，元朝大将军我们也有，晋强、啊、哦，明朝有这么一位建文皇帝朱允文。哎呀，竟然在我的家谱上面。金国有一个征南大元帅晋真明，还有一个永乐大帝朱棣。哎呀，你说这个玩意儿，他们怎么都能当上皇上呢？哎，这，我要是没猜错，这仨应该是一家子。我们确实是一家子。你脖子穿黄大褂，你就是皇上啊？我没说我是，人确实是啊。哦，你就弄那么一家子来，弄一明朝，明朝我可知道，明朝十六帝。对呀、啊，都姓朱。你说气人不气人？我都不能说旁系。哎呀，那就更多了。除了这一家子有别人吗？除了咱就说除了这一家子，你们还有人吗？除了这一家，咱不提明朝也有的是啊。清朝治理河道的名臣有没有晋府？清朝清圣祖康熙皇上。康熙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没关系你说他干嘛呀？他当过皇上啊。对呀，他当过皇上就算了。对，当过皇上。不是，他满族名字叫什么呀？爱新觉罗玄烨。对，他有一个祖母叫孝庄太后。对，孝庄这两个字不是他的名字啊，这是他死后的谥号。对，孝庄他本身是蒙古人、蒙古名字叫博尔吉吉特布尔布泰。这么多字里连个猪都没有。我要没有猜错，你仿佛是在骗我。我没有，我就是感觉愣凑是吗？不是，我这感觉它这么长，它里边连个这个字儿都没有。你说说，还有呢？刚才你说有那清朝的啊，清朝我们是治理河道的名臣晋府，有一个治理河道的名臣朱之熙。朱之熙真有？哎，明朝山西的巡抚晋学言，唐朝的宰相朱敬则，元朝我们也有
元朝有一个礼部尚书靳德渊，三国里有一个朱然将军，宋朝的大画家靳清，八大山人朱耷，当代青年相声演员靳鹤兰，当代著名相声演员朱鹤松。对，不，你跟哪儿你就著名相声演员啊？你哪就青年相声演员了？我今年30出头，我怎么就不能是个青年相声演员？那个小括号刘海你就青年相声演员了。我发现了，我真跟你们家聊祖宗，我确实有点吃亏。哎呀，因为我们家好这个姓不是个大姓。嗯，你这都百家姓里都没有这个姓吧？凭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外姓。你这姓都在那个千字文里头了。这确实，我跟你比这个，确实有点吃亏。你这个朱，你确实你们姓朱人太多。哦，光我知道，我都能说出好几个名人，猪八戒、朱武能。对吧，朱刚烈都是名人。我们不是一个猪啊。啊，哦，你们不是一头猪。不是一个字。哦，不是一，不是音同字不同。音同音同音同字不同，音同字不同。你要这么说，哎，我们这禁字用的就多了。是吗？这就比你们多了。哦，禁止用这个字了。对，什么叫禁止用这个字了？随便你说唱首歌就有带我们这个字的。提到歌曲，没听说过歌曲界有这么一句话吗？哪句话呀？无猪不成歌啊。那你要这么说，无金也不成歌啊。这个玩意儿谁说头了算谁的。那原话不无巧不成书吗？这是谁说出来算谁的。你看我们有这首歌啊，嗯，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你靠近我，靠近。你看，哎呦，我们有一首名曲啊。什么？祝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牛牛牛猪。如果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懂得什么是珍贵。进退，你看进。祝你有着黑漆漆的眼，怎么望也望呀望不到边。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这就是现在我的状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尽力。祝你的耳朵是那么大，忽闪忽闪也听不到我在骂你傻。听出来了，你不仅骂我，你现在侮辱我的智商。刚才是一家子，现在是一首歌，是不是？我要再往后唱，你就开始又得唱了。祝你的尾巴摇啊摇，是不是这个？我能拿那句骗你吗？那哪句？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你不会停下的怪娃娃。这不就是一首歌吗？这个同一首歌吗？谁跟你聊同一首歌了？走进深圳吗？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这首歌里没有劲。完了，唱不出来了。有的是啊，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那我唱一首80后90后集体记忆当中的歌曲吧。有什么？朱鹤松，朱鹤松，你真了不得。没有没听过的。这也算？哎，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靳鹤兰。还有一首呢，祝贺颂，祝贺颂，一颗藤上七朵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金，长得好看又善良。周杰伦那首歌没听过吗？哪首歌？我曾经是个猪仔，到酒吧只喝猪奶。为什么？行、你差不多了，你差不多了，你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在这儿。什么呀？猪仔，
还得喝猪奶。倒好，现在不挤牛奶了哈。嗯，因为啤酒伤身体。来点猪奶，你这不就胡说八道吗？这个，我这又成胡说八道了。这不你愣改吗？这个，这不愣改的吗？这都这歌，对呀，这歌有这个字吗？都怎么没有这个字儿？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喝牛奶，那不原词都这个吗？这我们这有，这都能用得上歌上就对了。净胡说八道，就你见你就说你改成猪了，你说这歌好听吗？怎么不好听？这好听吗？猪奶，猪奶。朱凯都差不多，嗯，都不是什么好听的词儿，对吗？你就说咱们这个字儿近一唱出来就好听很多。我也没觉得它好听，而且这个词儿你用在生活当中啊，包括诗词当中，它就好听。哎呦，我这个字用在诗词里面，那是无朱不成诗啊！我赶紧先说出来吧。我们有近乡情更怯，朱柏悬银钩。近水楼台先得月，朱门几处看歌舞。近来一世还惆怅，朱弦已为佳人绝。唱金怀横玉笛，韵悠悠。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厉害呀！从现在开始，我句句不离近字儿。从现在开始，我句句不离朱字。为了相声。我是鞠躬尽瘁，我天天给他捧哏，那是妙语连珠。为了作品倾尽全力，别管出多少汗，在台上多么的累，我是付诸一笑。我祝到场的朋友们的钱财取之不尽，工作上加官进爵，想要的一切应有尽有。那我祝朋友们朱唇粉面，朱光宝气，诸事大吉。我也得祝福祝福你。这也要咱夸夸我吗？我祝你早晚有油尽灯枯的一天。那你早晚也有猪狗不如的一日。就你这个模样，早晚得悬梁自尽。我祝你早日口诛笔伐，你就该赶尽杀绝。哎呀，那你是天诛地灭。不是，我要天诛地灭，我要死，死也得带着你，我得跟你同归于尽。那咱们是猪朋狗友。呸，谁跟你交朋友啊？哎呦呦呦，我要跟你交朋友，我这叫近墨者黑。嘿嘿，你还就得跟我交朋友。凭什么呀？这叫近朱者赤。哎，你这里可有我。这就叫你中有我。哦，我中有你。谢谢您吧，啊，这个确实百忙之中啊来看我们这个演出，嗯，马上这快端午节了也，哎，其实吧，这也是工作日，外加上又端午的前夕啊，好多朋友可能还得明天还得早起来得上班呢，还得上班是吧？确实，不上了，不，哎，你们得上班，不上班的话，十五号我师父来了，你们怎么买票？嗯。谢谢您吧，真心感谢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对，来观看我们的演出。哥俩没多大的艺术能力，咱说实在话，可能好多朋友来之前对我们哥俩都不太熟悉。哎，就是有两张票，然后看看这俩人是谁吧。哎，看了场演出呢，可能对我们哥俩有一定的了解。希望我们下次再来深圳的时候，还能看见各位好朋友们。谢谢您了啊。哎，啊。这样吧，时间确实也不早了，我把乐器拿上来给大伙唱个快板，好吧？哇，还有乐器！来，刘秘书，把快板拿上来。哇哦，原来是靳秘书拿上来的。来，操起手中的乐器，咱们唱上哪一段呢？给大伙唱一段《同仁堂》啊。哇哦，来。
不鼓掌你们都会啊。一进大街十里长，大公十里的拜药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的个十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算药为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他是提龙化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得属华佗高。张仲景能把伤寒治，葛洪写的肘后背脊方把治天花的办法仔细标。钱仲阳本是儿科祖，秦越人就是扁鹊万古名高，针灸之祖是皇帝。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哪个不晓，宋词写个许渊录。吴谦执掌的太医院就在大清乾隆朝啊，这本是十的名医列在左右。孙耀王就在上坐着，这个孙思邈医术高，我32岁保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这不参圣驾懒上朝。一道旨宣来了孙思邈，走先号末治好了，一针治好娘娘的病是两针扎好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传旨的封他入当朝，封他这个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他把头摇，纱帽扔在了金銮殿，玉带抛在金水桥，宫花洒在龙书案品，鸡胎脱下了皂靴朝，万般出在无忌奈，这才亲自大红袍啊，在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了竟得老英豪啊，把眼一瞪上金殿，口尊声我主听根苗，微臣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为何你不似大红袍啊？每一连关呢打三鞭还两锏，遇果园赤山铲马救个先王命一条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娘娘的病了，我主就赐那红袍，隔着为民臣不要了个红袍之事我不饶。老敬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着钢鞭赶红袍，这个一杆赶到八里桥，这个药王爷前边好，后边竟得紧追着，这个药王爷妙法高啊，脱去了红袍换黄袍，红袍供在药王岛，留下个古迹，4月28在药王庙内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呀、啊，您老这个兰贵三尺三寸三分三厘高，这个一边供着压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起味草药您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了，后炸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是姐儿俩，被么并配有大黄，朝人陪着杏仁睡，二人睡的沉香床啊，睡分清就半夜，胆大着木泽跳进了墙，这个豆子的水银50两，惊得那金毛狗儿叫汪汪的，有丁香去送信的人神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的真皮上，打的真皮流鲜血，鲜血水子的木瓜上，大酥丸小酥丸，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儿可唱不完，我唱的是啊，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谢谢您啊，这回演出的一个助演的阵容相当的强大、啊、哎，好多朋友都很喜欢他们，咱把几位老师请上来，大伙儿再认识认识啊。桑爷儿，深圳的朋友们这么热情，得给大伙儿演一个。这彪哥是不累了，哎，演一个，演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嗯。这大伙儿都认识啊，好的，咱一个一个介绍，这是我师弟吴肖泽，这是我的师哥杨鹤龄，我师弟这王肖仪，陈九品，啊，他旁边那位叫庄子健。演员就介绍的差不多了，来，我呢，还有我呢，我的好哥哥李鹤彪，啊，最爱跟彪哥一块玩了，彪哥老能给我们扔在台上，对，谢谢您吧，啊，今天的演出结束时间呢也差不多了，这样吧，有一首歌送给大家，虽然说现在不是周末了，但我们这歌就叫周末万万岁。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每天都像周末走曲儿。
脑全部都抛在脑后，爱听一段相声 Lu Kai Show， 爱迎接我的假期和啤酒烤肉，我打开了游戏我奔大 view， 一周的工作说声再见，带下了公司的那些文件，一觉睡到了自然醒，给我的大脑充个电，再见了领导的 Don't call me， 周末的时光好好珍惜，倒上了一杯冰可乐，我打开了电脑玩单机，出门去感受阳光灿烂，给我的生活好好改善，这两天的生活我自己说了算， OK bro 的后摆烂，周末万岁，把个时间不后悔，一起不停摇摆，一起不停的甩，周末万岁，把个时间不后悔，享受现在，就要不停不停的帅 Party all the weekend， 就要不停不停的帅 Party party all the weekend， 一起好好享受现在 Party all the weekend， 就要不停不停不停的帅 Party all the weekend， 一起好好享受现在。后边的朋友能把你们的闪光灯打开吗？举起你们的双手，对，自己是宿醉，已经成绩使我欣慰，周一到周五我身心疲惫，青春的时光可不能白费，更完的剧我熬夜的看，鼠标和键盘我玩命的按，潮牌的店面我挨个的转，梦里的去趟塞纳湖畔，周末放假就得出去玩，上场逛腻了我带你逛公园，公园的湖里咱俩换小船，松松你那绷住的弦儿 Bro 跟我去走 KTV 咱唱上一宿，一首完事再来一首，不会唱的跟着举手，周末万岁，把的时间不后悔，一起不停摇摆，一起不停的甩，周末万岁，把的时间不后悔，享受现在，就要不停不停的帅，就要不停不停不停的帅，一起好好享受现在，就要不停不停不停的帅，一起好好享受现在，周末万岁，把的时间不后悔，一起不停摇摆，一起不停的帅，时间不后悔，一起享受现在，就要不停不停不停的帅，就要不停不停不停的帅，一起好好享受现在，就要不停不停不停的帅，一起好好享受现在。再见再见再见朋友们，深圳的好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临，祝各位晚安。